东，一个24小时都在吃的省份。不问出处，只问味道。有道是广府百味，聚八方来客，越地风雅，纳四海之音。幸福广州，广纳天下。街头巷尾，满满都是隐藏菜单，稍不留神，美味就埋伏在下个拐角，等你翻牌。食不厌精，味不厌细，这一程跨山海，开启越地美食之旅。切换味觉导航，只听肚子安排。要问广州人的一天是怎么开始的，当然是从茶楼开场啊。我们早上跟人家打招呼就说有没有茶没啊，早茶嘛，已经是广州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了。什么闹钟什么咖啡都是浮云，唯有早茶才是老广心中的叫醒神器。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广州人，除非是有早茶。怎么形容好吃的？由细到食到大的你。当我们打着哈欠出门时，广州的茶楼里已经热闹起来。食在越地，味在早茶，探味广州就从早茶开始吧。要说早茶界的扛把子是谁，那非糯米鸡莫属了。当第一笼糯米鸡的四溢香气还氤氲在晨曦里，食客们就已经早早地来到盼溪酒家。这里有没有糯米鸡呀？糯米鸡呀，有啊有啊。觅食法则第一条，人多的店一定靠谱呀。今日嘅服务点啊？好好好，好啊，好食，广府嘅味道正。这是黎叔，我们今天的美食引路人，自带厨神光环。从粤菜师爷到主理，他自己也早已成为我们这些寻味老饕眼里的名人。相传呢，唐朝有一个大官做了一个糯米鸡，有鸡有糯米混在一块蒸，客人呢都交口称赞。现在糯米鸡已经是每家茶楼的标配了。在盼溪酒家工作了50多年的黎叔，他可是接待过无数名人的大师傅。我在这里服了50多年了，接待过上百万的顾客，德国总理科尔啊，传媒大亨那个邵逸夫啊，赞我们做得好。大佬们都交口称赞的美食，必须马上安排。话不多说，先吃为敬。剥开糯米鸡的荷叶，一股温暖的蒸汽夹带着荷叶的清香扑面而来，仿佛让你置身于郁郁葱葱的山林中。糯米绵软饱满，颗颗晶莹剔透，散发着浓郁的米香。入口瞬间，那香菇的鲜美和瑶柱的海味相互碰撞，荷叶的清香与鸡翅的浓郁完美交织，仿佛一道金光在你的脑海中炸裂。这是海与天的融合，是大自然最纯粹的馈赠。
一笼。糯米鸡因为是糯米和鸡煮在一块的，比较饱肚子。好像有点撑。糯米鸡难道就是糯米加鸡？你要真这么想，那可就小看他了。黎叔说，要想做出糯米鸡，那可是要动用18般武艺的，没有点真功夫，还真出不来这一口顶级鸡。一个糯米鸡，它的灵魂之味，然后是口感，香色香味，卖相，这是都很重要。虽说年龄已不允许他亲自下厨，指导还是必不可少的。蒸糯米鸡的时候，一定要看着那个时间。原粒糯米在清水中静静修行2小时，吸收着水分，变得柔软饱满。蒸上15分钟，让糯米保持半熟态，兼具粘性和软糯。鸡翅经过秘制腌料的轻柔浸润，鲜嫩滑口。内馅的炒制更为精妙，猪肉除了提供鲜美的肉香，释放出的油脂包裹米粒，带来一种咸香的饱满感。马蹄的清甜中和了猪肉的油腻，给整体的软糯口感中带来一丝清脆。虾仁的鲜味与猪肉的香味互相补充，让整个内馅的风味更加立体。当一切准备妥当，糯米、鸡翅、内馅、香菇、瑶柱、蛋黄，在荷叶的包裹下开始二次蒸制，将天地山海的精华都封在其中。半小时后，荷叶的清香缓缓渗入食材。随着蒸汽的升腾，米与肉相互交融，鲜香四溢。不仅有元气满满的碳水，鸡肉和猪肉则是优质蛋白的来源。香菇、瑶柱这些小配角也没闲着，带来了膳食纤维和维生素，那必然是舌尖和肚子的双料满足啊！不愧是能扛过午饭的早点，开心之余别忘了适量哦。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招牌，对，八大金刚之一嘛。这个糯米鸡，好多人都喜欢吃的。看我牙都掉了，我还可以来吃，你说我喜不喜欢？在1000多年前，南汉王刘长的御花园昌华苑故里，糯米鸡完美诠释着广州一脉相承的烟火气。黎叔73岁，依旧是店里的灵魂。50年迎来送往，安排着一切，有时难免累了，找个角落悄悄坐下。但只要一声黎叔，他又会瞬间恢复成那个气场十足的模样，仿佛从来没有疲倦过。除了管理店里的事务，黎叔还有个特别的爱好，吹笛子。在这座讲究慢享受的城市，黎叔的曲子恰好道出了广府人的生活态度。忙碌之余，别忘了慢下来，听听风，吹吹曲，享受片刻宁静。只要我努力奔跑，世界也会跟着我一起跑。听到这个旋律，就会让人想到那个最靓的仔，可爱的麦兜。在广东，小猪是很受欢迎的，大家还为他创造了很多口头禅。小猪猪，小高猪，哦，阴公猪。当然，对广州人来说，真正的喜欢一定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更要放进胃里。而在吃猪这方面，广州人民的创造力仿佛永远不会枯竭。
来广州一定要尝尝粉肠，粉肠，尝一尝粉肠，好不好吃嘛？你们来尝一尝就知道了。这个就是粉肠吧？这个不是粉肠，这是肠粉。你还挺厉害的，还知道是粉肠。在广州，猪可真是全身都是宝，从头到尾没有一个部位能逃过老饕们的筷子。36个部位，广州人表示没问题，通通安排。猪要是能说话，估计都得感叹：拜托了，别这么彻底行吗？猪的36个部位就像36计，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杀手锏。但论最厉害的计，粉肠绝对是胜兵伐谋的存在，它一旦上桌，那就是一击制胜，满堂喝彩。我是东北人，这块的粉肠呢，我能接受。第一口咬下去爆浆的那种感觉，很好吃的。据先人可靠消息，能拿捏粉肠的店家就隐藏在荔湾区的巷子里。老规矩，吃着走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美味自有指南针。觅食法则第二条，敢用人名命名的店家一定有两把刷子。大概一分钟就可以的了。那得的了，可以吃了。Oh, okay. 这个是粉肠，它猪里面有大肠、有粉肠、有生肠。您是老板，为什么店名是华哥？华哥，是我先生。我们2006年的时候呢，就尝试做一下猪精品，慢慢做，慢慢做，客人也认同，就做到现在这样子。大家都认为，做肠嘛，肯定要重口味，一大把调料轮番上阵，麻辣、酱香、爆炒、红烧。恨不得把每一寸肠子都塞满味道，可到了芬姐这儿，画风突变，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什么辣椒花椒通通靠边站，粉肠直接素颜上场。粉肠呢，它是猪里边的一个小肠，它就脆口，就是有爆浆的感觉。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前，锅底是芬姐独家的木瓜粥底，粉肠轻轻滑进锅中，翻滚几下就开始微微卷起，时间刚刚好，掌握好这黄金几分钟，才能体验到粉肠的真正弹性奥义。蘸上姜蓉和葱花调制的蘸料，姜的辛辣和葱的清新瞬间激活味蕾，脆嫩弹牙的粉肠伴随着木瓜的清甜与姜蓉的暖辣在口中碰撞，牙齿宛如在充满空气的弹力垫上跳跃，既不是硬物的反抗，也不是柔软的屈服，恰恰在两者之间刚刚好的撑住了每一次咬合。姜蓉的刺激中和了粉肠的油香，木瓜锅底则让整口都透着清爽，一口接一口，简直停不下来。这个味道其实也是蛮上口的，就是爱的人会更爱，爱吃的人都会。按照国际惯例，我们是要来偷师的。究竟这吸引各路食客穿街过巷来的美食店有什么魔力呢？今天我们的粉肠里又有什么乾坤呢？是时候为大家揭秘了。粥底锅底呢，就放一瓢盐，一瓢糖，姜，几片木瓜，
木瓜粥底其实是广式火锅中的一种独特锅底，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是却大有乾坤。粥水是整个锅底的基础，大米经过长时间熬煮，形成稠而不腻的米汤状，锁住粉肠的弹性。木瓜不仅能中和粉肠带来的油腻感，还能通过自然的天然酶软化食材，使得粉肠更加易嚼，口感更好。姜的微辣辛香能够提振整体味觉，与木瓜的甜味相互平衡，这种辛香还能去除粉肠的腥味，让味道更加清爽醇和。食客你就是给最新鲜的东西给他吃，食材不新鲜给他肯定会品得出来的。鲜与鲜的碰撞没有窍门捷径，如果非要说窍门，那可能就是勤跑跑市场了。去拿货的时候一天都拿两三次。为了保证食材的质量，芬姐每天都亲自去菜市场进货。在她的世界里，美食的灵魂就在于食材的鲜度和品质，只有亲眼看到，亲自挑选，亲手处理，才能真正放心。看一下里边有没有沙咯，猪里边这个小肠外面的油脂基本上都要去掉了，里边没有油脂的。芬姐，什么样的粉肠才算好粉肠呢？鼓起来的，圆圆的，这个一看就很漂亮了。很漂亮的我们就叫过江肠，粘着没有弹起来的，这样那就竹肠啊。哎，受教了。那煮粉肠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点得多也不用点多啊，吃够就得了，点好多也浪费啊。这估计就是芬姐作为老板娘的忠告了。我觉得他们处理的非常干净，一点那种猪骚味都没有，烟烟韧韧，咬落又比较有口感，吃落去咧就比较新鲜。即系唯一嘅好明显嘅记忆点，呢个系。芬姐，啲嘢好食啦。每当客人夸赞店里粉肠时，芬姐总是会笑笑。然后话锋一转，提起那个真正的大厨华哥，这店里的味道可少不了华哥当年的功劳。之前华哥呢也在猪场，知道猪里边什么好吃的部位，也年纪大了不出来店了，就我们在这边做咯，都是他传给我们的手艺。华哥手艺肯定比我们好了，要是下次有机会再来的时候就尝尝他的手艺咯。如今芬姐已掌勺了20年，对她来说做菜就是这样，用心对待每一位客人，他们自然能感受到这份真诚，而这份真诚也始终陪伴着每一个走进店里的客人，成为了这里最珍贵的调味料。我觉得做人要清清白白，做事要勤勤恳恳。相传在美食江湖中，有这样一种料理，选材奇诡，常人难窥其妙，技法神秘，风味暗藏其中。这种料理未见其形，名字鲜罗浑厚，未闻其味，胆气已然深寒。这就是传说中的黑暗料理。都说广州人是地球上最勇敢的食客，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只要不犯法，广州人都敢试试。在这里，吃绝对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如果你觉得某样东西不能吃，那可能只是因为你没见过广州人怎么吃。好多虫啊，算唔算黑暗啊？蚕虫啊，蜂蛹啊，其实有好多噶喎。桂花蚕、河虫，这些都挺恐怖的呀。原来不是，不那么可怕。广州人就特别喜欢。虫当然好吃了，是水中的软黄金，千金难买我虫乖。等等，千金难买。软黄金，这个叫河虫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样子？
嗰种新味，有你试尝睇下咪知咯。逛生鲜市场，总有种走进异世界的感觉。螃蟹、龙虾、贝壳们整整齐齐地排开，活蹦乱跳的模样让人眼花缭乱。再往里走，情形就开始变得有点儿，奇怪。这些摊位上摆放的家伙，光是看一眼就让人心里打鼓。这个肉球是什么？那个带壳东西真的能吃？所以哪个才是河虫？你看，这就是新鲜的河虫啊。对不起，打扰了。哎，你不用走啊，不用怕的，这个很好吃的。来，我可以把它变成人间的美味，跟我走。你知道河虫最新鲜的吃法是什么吗？就是刺身。你敢试一下吗？给你开玩笑的，但是你够胆，我很欣赏。我今天带你吃河虫最经典的吃法，来，跟我来。峰哥，河府酒家掌柜，粤菜五星大厨，专注河虫30年。据峰哥所说，河虫一年只能吃到两次，一次在农历3-4月份，冬眠醒来的河虫钻出泥土寻找食物，饿了一冬天的河虫们营养不良，体型偏瘦；而第二次则是在农历的8-9月份，经过一夏天的野蛮生长，此时的河虫个个身强体壮，最为肥美。错过这几个月，恐怕就要等下一年喽。要论河虫的做法，老广心中只有3种：清蒸、生炒、河虫蒸蛋。如果你非要吃刺身，可以，但不推荐。因为酒楼的话，我们可能是更加的要为我们的美食家老刁们，要让他就是吃到这个河虫这道菜的是最精华，然后是最有它灵魂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店可能是做的更多的就是河虫巨蛋。河虫生活在沼泽地、湿地或者稻田里，周围尽是淤泥水草，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肯定是带着点原生态的小惊喜。先把河虫放在水里游一游，再把杂物一一挑出来，手法要轻，那河虫的小身板可经不起折腾，一下子就破掉了。慢慢洗，轻轻挑，这才是清理河虫的正确姿势。就把河虫洗干净过后，喂点花生油啊，一定要花生油，因为花生油呢，它会有一种花生的独有的香味，为它增香。如果你用什么大豆油啊、菜籽油啊那种呢，你就会太过于香了，就把它那个河虫的味道抢掉了。在处理河虫的过程中，最刺激的一幕就是那传说中的撒盐爆浆。其实这也是粤菜里面挖空心思的一个做法，就是我要让它这个蛋里面让它有一点河虫的那个汁液在里面，让那个蛋更加的有那个河虫的香味。鸡蛋里面会能吃到河虫身体爆浆的那种的香味，又有陈皮的香味，把它整个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时处理好的河虫终于迎来了与其他食材的融合时刻。啊，跟着拿个打鸡蛋，点心的打鸡蛋过来给我。说白了就是打鸡蛋。河虫在蛋液中翻滚，陈皮和过油的蒜蓉也在不断与蛋液交融。就这简单的一步，看完峰哥操作也会感觉无比陌生。就是要把那个鸡蛋里面的纤维把它打散，打散了过后你吃下那个鸡蛋才更滑。现在终于到了见真章的时候，先放入蒸锅蒸上5分钟，
蛋液开始逐渐凝固，河虫也在慢慢吸收蒜和陈皮的香气。五分钟一到，轻轻放气，防止鸡蛋变老。接下来继续蒸上十分钟，蛋液逐渐变得绵软嫩滑。还没有完，最后一步300度高温再焗十分钟，蛋液表面微微焦黄，形成一层轻薄的外壳，里面的嫩滑与外面的微脆形成对比，口感层次瞬间提升。而河虫也在烤箱中达到最佳的质感，一切都很完美。就是这个装河虫的锅有点丑，它是用陶瓷来做的，然后它不会去破坏这个菜的一个味道，耐高温能去焗它，焗了过后拿出来吃的时候，它那个砂锅还是很厚，它能保温，在粤菜里面温度很重要。一道蒸鸡蛋竟然能有如此多的讲究，峰哥，小弟受教了。十分钟已过，焗好的河虫蛋刚好出锅，金黄的蛋液表面还在冒着热气，空气中已经弥漫着浓郁的蛋香，真的是再也忍不住了，赶紧开动，用勺子轻轻划开，蛋液的嫩滑立刻显现出来，紧紧包裹着每一条河虫，焗制带来的微微焦香让人惊喜，河虫在高温下依旧保持着弹性，每一层口感都清晰可辨，蛋液的醇香，河虫的鲜甜，还有那陈皮带来的微妙回甘，在口中形成了一种绝佳的平衡感，仿佛每一种食材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是一场由味觉、嗅觉、触觉共同演绎的交响乐，越吃越有节奏，越吃越上瘾，再来一勺根本停不下来，又香又滑，这个河虫味好正，口感跟整个味道都比较好一点，特别有特色。新峰哥和其他主厨最大的不同是他对食材的执着追求，别人可能更依赖市场上挑选的新鲜食材，而峰哥却喜欢亲自上阵去大自然中寻找。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去找原材料的，我真的跟渔民一起去捕河虫啊。其实我觉得美食啊，它是有情感，就是我说一个厨师，他如果对菜没有这种情感的投入在里面，这个菜你是做不出灵魂的。涉足天地寻本真，万物静观皆自得。这份与自然、食材、食客之间的深厚联系，赋予了它的料理独特的风味，独特而无法复制的风格味道。做粤菜来说，你必须赋予它情感跟温度，它才有它的灵魂，它才会有生命。广府粤剧果然名不虚传，唱念做打样样精通，一曲唱尽人生百态，举手投足间尽显万般风情。常言道，食在广州，肥在自己。戏听到一半，肚子先忍不住了。
戏不能停，吃的更不能等。对于这个问题，老广早就给出了标准答案。哎，广东人最喜欢就一盅两件，虾饺就我哋广东嘅一盅两件之一啦，值得推荐。每间茶楼啊，如果冇正宗的蝦餃就不是港式的茶樓。蝦餃是我们广州点心的四大天王之一。老规矩，吃着走着。听粤剧吃虾饺，两个玩法。 No,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据广州知情人可靠消息，将这二者融为一体的正确打开方式就在荣华楼。觅食法则第一条，人多的店一定靠谱。听说这是广东唯一一家边听乐曲就边吃点心的一家店，文化有点不一样，吃的东西啊也有不一样，所以说第一次来尝一下。我们也是慕名而来吧，就这家店的特色就是听说是可以一边吃饭一边听音乐曲，所以我们就想来试一试。寻味千里，舟车劳顿呢、啊、先来口茶解解渴。然后我们的话把那个用海水洗干净之后呢，第二杯茶的话我们茶拿来喝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喝茶了。啊，对了对了，感谢霞姐救场，真是年少不知饮茶好，错把刷碗水当成宝。赶紧来份虾饺压压惊。虾饺上桌，外皮薄得像是半透明的水晶，隐隐透出里面紧实的虾仁，顶端点缀着几颗橙红的鱼子，像极了戴着皇冠的白胖子。一口咬下，薄皮瞬间破裂，汁水轻盈地划过喉咙，带着浓郁的鲜香在口中蔓延。虾仁的鲜甜与 Q 弹充满了整个口腔，而当鱼子轻轻爆开时，微咸的海洋气息突然涌现，与虾仁的鲜甜和汁水的柔滑完美交织，仿佛耳边听到了一声清脆的钟鸣，杂念与喧嚣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余味袅袅，久久不能散去。馅料挺讲究的，也很鲜甜，没有虾的腥味。这个虾饺皮很薄，然后馅也很足，味道非常好。无论是你外地来的还是本地来的食客呢，都会吃广州的茶点，然后呢都会点上一笼虾饺。看来得去趟后厨，瞧瞧虾饺是如何炼成的了。虾饺可不是随便拿块面皮裹点虾仁就能完事儿的。做虾饺那叫一个讲究，首先是馅料，去掉虾头虾尾，三分之一剁成虾蓉，剩下的切成大颗粒，再加上肥猪肉和芹菜末，包裹住大大的虾仁，保证汁水饱满的同时多一层清脆的口感。调馅料的时候还得一通摔打，打出胶质才能让馅料紧实。面粉需要一斤澄粉配一斤生粉，必须用开水和面，还得趁热揉，练得铁砂掌方能和此开水面，烫得够狠，面才有弹牙的筋道，咦，看着就烫手。接下来就是阴阳皮，虾饺的皮不是擀，是拍，拍皮也有讲究，厚一边薄一边，薄的是阴，厚的是阳，用薄的一边往厚的一边折，阴阳调和才能包出完美的虾饺。包的时候得用薄边打出13个褶，这可不是单纯为了好看，而是给虾饺腾出更多空间，一口下去爆汁，满满的幸福感。至于最后的收口，那得整出个二撇肌，包出个弯弯的胡子形状，像男人的两撇胡须一样有型。最厉害的就是速度，30秒必须搞定一只虾饺，
顶级师傅甚至三秒搞定。这个流程必须要快，否则面皮的湿度温度都会有变化，虾饺可就包不起来喽。最后蒸制6分钟，撒上灵魂鱼子，一笼虾饺才算真正炼成。从皮到馅全靠大厨真功夫，不愧是点心界的 C 位担当。万事俱备只欠粤剧，拿上虾饺听戏去。我们这个荣华楼呢，已经是一个百年老店了，距离现在的话已经有148年了吧。从光绪年代一直经营到现在，都是以茶楼为主，就是广州唯一一家带有戏曲性的广式老茶楼，就是客人们呢可以在这里体验到呢传统的广式茶点和戏曲表演，能够感受到我们广州的古老的文化气息和文化的魅力。一壶好茶，一笼虾饺，再配上一段婉转的粤剧，哪儿都不如这儿舒服。虾饺的鲜，乐曲的韵，两相映衬，这才叫生活。哎，等会儿，怎么有食客上台了？嘿，怎么还唱上了？到荣华楼听茶的那些人呢，大部分都是个老广人，扎根在石馆，因为他们从小就听乐曲长大的，一半的乐曲表演，然后一半的是自由。听众的话也有一部分是个演员，也有一半专门过来听戏喝茶的，反正是他们就是想唱，喜欢唱的爱唱的都可以上场去表演。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很多就戏曲结缘，然后以茶会友，所以大部分都喜欢三五之子呢过来这边呢，就是一边喝喝茶，然后就听听乐曲。荣华楼里的茶点与戏曲总有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怀旧味道，老广对戏曲的感情早已超越了欣赏，更像是一种融入骨子里的生活习惯。他们因为戏曲结缘，又因为茶和美食相伴，每一句乐曲的婉转都是他们对生活的细腻表达，每一盅茶，每一件点心，都是他们品味日子的从容与淡然。茶香氤氲，细声绕梁，广府人的生活总是这样，不紧不慢，却满是滋味与情怀。对菜品的赞赏，对乐曲乐曲的喜爱，是一种物质和精神的全方面的享受。说起这片靠近珠江的地方，外头人常以为就是个安安静静的南方小城，实际上这里藏着一颗不安分的美食心脏，每条巷子都藏着一位满级大厨，一招一式全是武林秘籍，招招直击味蕾，闻到的那股香味可能已经飘了几十年。觅食江珠之畔，得入珍馐门中，寻味江门扫起。逛吃江门第一站还得是台山，台山人对吃的态度那叫一个不急不徐，好吃，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一开口满是食道上的绝活。要说大佬级别的黄鳝饭绝对是当仁不让。我第一次来台山旅游，大家都说一定要尝一尝黄鳝饭，像有一个衡水中学那个黄鳝饭好像很出名，很好吃。台山的黄鳝饭肯定是水埠镇的最正宗了。水埠墟，台山黄鳝饭的起源地没错。学校，难道是学校食堂？寻味千里，美馔自来。老规矩，吃着走着。
这家店铺炫酷的扎根于一所充满故事的学校旧址，把昔日的课堂回忆变成了今日的热闹非凡。觅食法则第二条，敢用人名命名的店家一定有两把刷子。刚开始做的时候就在水埠旁边那个村那里，那里做的，2003年开始做，做了到今年那个6月份才搬过来这里这个学校的啊。树哥，黄鳝饭界一哥，老板只是副业，他的真正身份其实是个与黄鳝打了20多年交道的超级大厨。黄鳝饭，家家户户都食为精，只不过呢，冇个敢整得个好嘢啊！有黄鳝饭，啱嘅饭同鸡嘅饭一样嘅。简单，还有这么多食客，这让人更好奇，树哥的黄鳝饭究竟是什么味道？鸡盖那一刹，黄鳝的浓郁香味扑鼻而来，米饭吸收了鳝鱼的精华，入口绵软中透着弹韧，每一粒都像在舌尖上跳跃，带着鳝鱼的鲜香，回味无穷。而鳝肉的口感更是妙不可言，滑而不腻，筋道中透出丝丝甜味，仿佛一抿就化，留下的却是层层叠叠的鱼香。香、鲜、糯在口中完美契合，仿佛让人回到了那个弥漫着炊烟的小村庄，脚下是湿润的泥土，耳边是熟悉的乡音。我黄鳝饭，我会一个十斤嘅鳝嚟啦，啊，一只只水准都非常好嘅，即系佢啲饭好干鲜，而佢啲鳝系吃起嚟好弹牙，好有口感。黄鳝嘅味道如何啊？好靓，好靓。想做出一碗极致的黄鳝饭，首先得有好食材。黄鳝必须是台山本地田间泥土里养出的肥美鳝鱼，它们在清澈水流中游曳自如，日晒雨露间积蓄了大地的精华。焯过鳝鱼的水不要丢，先让鳝肉沿着脊骨顺势而下，鳝肉纤维得以保存，丢掉无用的内脏，留下鳝血，这可是树哥掌控鲜香的秘方。这黄鳝的骨头是三角形的啊，我们就这个手指压着那个边，慢慢的往前推，推那个黄鳝肉就出来了，剩下来这个就是骨头来的啊。跟着呢就把那个内脏去掉，去内脏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把那个弄破了，要不然那个有苦味。我们店里几乎所有人都会弄，但是那个一般来说那个女孩子比我们男的弄得比较好一点，他们那个手指比较小一点，相对来说现在可能我老婆做得比较快啊。在锅铲的引导下，黄鳝有序的翻腾，与其他调味料碰撞出无数火花，高温下黄鳝的外层迅速形成微焦的金黄色，封锁了内部的鲜嫩，让每一条鳝肉都饱含汁水。黄鳝固然是主角，但一碗出彩的黄鳝饭离不开米与汤的配合。西江与南海形成的咸淡水环境，让台山丝苗米细长晶莹，饱满如珠，极具韧性又不失软糯。米洗净后别急着用普通水煮，换上黄鳝留下的汤水，这是关键一招。调好汤水比例，让煮饭的魔法开始。将之前准备好的黄鳝均匀泼在米饭上，米饭慢慢吸收黄鳝汤的精华，粒粒分明的米饭逐渐变得滑润而富有弹性。再次加热，使黄鳝的油脂和香味更好地渗入米饭，锅巴则悄然在锅底形成，每一粒米都在释放出鳝鱼的精华，每一块鳝肉都渗透出大自然的滋味。它能吃到这个黄鳝的这种原汁原味，就是味道比较鲜，没有腥。很多朋友都推荐这一家，就来这一家了，这家感觉味道还是蛮好的。番外淮山一
定要入黄蛇粉啦。黄蛇粉系淮汕人嘅一种香烧。一碗黄鳝饭竟能做得如此美味，看来树哥的技能点全加给厨艺了。佢翻嚟咧就系即系学诶，即系对嗰啲菜嘅研究咧，佢系好痴迷嘅，即系佢个好似你话即系闻嗰啲嘢嗬，佢个口啊，佢个食嘢系好嘅。你好多人即系话食呢样嘢系点样嘅都食唔出，但系佢一掂佢就知道啦，佢呢样嘢系好敏感嘅。台山，中国的华侨之乡，常住人口逾70万，而每年归来的华侨人数高达140多万，是无数流散海外华侨心中的故乡。衡水中学这所校舍见证了100多年的风雨变迁，承载着无数华侨的青春回忆。它曾是工厂，是小作坊，历经岁月的洗礼，最终被废弃。我们搬来这里是7年6月份开始装修的啦，现在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1年多的时间了，那个装修都没有完。这个学校是水部流失的中心那个华侨捐回来的啊，我一定要把这个华侨捐赠那个学校来支持家乡那个教育来保留下来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嘛，他们是为了家乡那个教育，我就把家乡的美食做好。其实很多地方都有黄鳝饭做黄鳝饭车出到黄鳝饭的，不单止我们台山。但是为什么台山黄鳝饭这么有名呢？这就是因为黄鳝饭的根就在台山。翻新后的衡水中学宛如时间倒流，校园里每一砖每一瓦都透着历史的温度。在这里，无数远在他乡的华侨仿佛找回了久违的乡愁，仿佛又看到了少年时代的自己，追逐在那片熟悉的操场上，听着悠悠的课钟声。这里像是一座时光机，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唤醒那些深藏心底的美好记忆。我这么用心地把那个饭菜做好，对大自然就是一种感恩嘛，也是对客人一种感恩嘛。小小渔村沉淀出繁荣的广府文化，大大都市生长出浓郁的市井风情，千年江门百味人生，这一站越地寻味，回到江门的原点曲街。我是从广东深圳，我是川内江，我是算是广州香港。不是，曲街到底有什么呀，让你们跨山跨海远道而来？肯定是这碗面，就是冲着这碗面来的。我们必打卡的美食是强哥吃的那个鸡脚面。哦，懂了，原来这次的美味引擎是强哥同款猪脚面，告诉老板我想吃面了。沿33级青石板梯拾阶而上，就来到了著名的江门33墟。眼中所见，骑楼林立，满是岁月痕迹。鼻尖所闻是，好香的猪脚面。炫一座城，卷一方位，填饱肚子才有力气逛街呀。走，跟着大江南北的饕客们吃面去。循着香味去寻找，人越多的地方越不会错。前方是强盛猪脚面，看他人流如织，客似云来，靠谱。我是看过狂飙以后才来33区旅游的。我挺强吃的，大家3号桌子吧。看来呀，若问美食出处，食客所见略同。一部狂飙加剧了古城江门的旅游热度，
而高启强念念不忘的那碗猪脚面自然成为江门待客的头等餐。这是宇哥，强盛猪脚面的终极 BOSS， 一位久经沙场的创业达人。从小吃着猪脚面长大的他，创业的路上极起极落，开过酒吧，卖过房，最终在这碗有着熟悉的儿时风味的猪脚面里找回了创业的初心。因为小时候就特别喜爱吃猪脚面，还有家人的话也是买这个面啊，做这个面给我吃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就特别会有这个记忆，是将这一个家食我妈煮的面的一个感觉就融入到这一块的一个出品之中啊，给大家也尝试一下我们家的家人煮的一个面的感觉。滋味浓郁，唤醒味觉记忆，粤地美食当然黄金配角。其实一开始的开始，猪脚面并不叫猪脚面，而是叫猪手面。狂飙大火之后，善于把握商机的江门人开始改叫猪脚面。在三十三区街，猪脚面何其多，为何强盛总店最红火？怎么说呢，认准强哥总店。网上也有很多人安利这一家店，就是强盛猪脚面嘛。一碗碗的店，就看哪一家好吃，结果觉得这里最好吃，我们就点多了。既然如此，那就坐下了。老板，上面。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脚面上桌，浓郁的风味裹挟着一阵清香钻入鼻孔，仿佛人间烟火遇见浪漫山河，引诱着味蕾一探秘境。猪脚红亮 Q 弹，淡淡油花染细面，一缕蔬菜汇青碧，山川好味在舌尖。而入口的刹那，软嫩弹牙的猪脚在咀嚼中迸发香味，匠心制作的外海面用一口爽滑呼应着饱满的胶原蛋白，在口腔中交叠出丰富的味觉层次，如同山海相逢，而你只想尽兴。也太绝了吧，此刻味蕾君心服口服，一碗面下肚，赶紧喝口汤。好鲜，过瘾。过瘾的可不只是我，来，话筒给到他们。就是它不是说那种焖的很烂猪的那种，它那种不一样，它有弹性，嚼上去有嚼劲。这个面好好吃，非常劲道，它那个口感啊，有弹牙的，很入味耶，那个味道。猪脚的分量很足，然后那个感觉边吃边在回味猪脚面，很扎实。喂喂喂，别抢了，老板再来一碗。看似普通的一碗面，是江门人心中的美味顶配，已让五湖四海的食客吃出了古城江门的万千滋味。这碗猪脚面好吃的秘密是什么？有请强盛猪脚面主理人宇哥。新鲜是首要的一个标准，猪脚的话我们会选用新鲜的一个猪脚。看来新鲜的食材是烹饪美味猪脚面的先手棋，但汤鲜味美 Q 弹的强盛猪脚面之所以能成为虚街顶流，还有宇哥的独门秘籍。除了新鲜制作，宇哥在猪脚的选择上还另有乾坤，一半前脚一半后脚，才能做到环肥燕瘦，软而不烂，细嫩弹牙。说到汤汁，那是另一门学问，这碗鲜掉眉毛的汤汁可是身经百战的宇哥用心调配的骄傲制作。选用猪头骨与猪大骨小火慢熬，在时间的造化下萃出牛奶一样浓郁的白汤，加入秘制的酱汁，调和出适合四方食客的滋味。一口下去，是由味蕾开始弥漫的灵魂一击。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猪脚的灵魂搭档外海面。外海镇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大赛场，
我们的那个猪脚面就源自于这里。采用非遗手工制作的外海面，以全蛋液代替清水和面，在自然阳光的照射下逼退其中潮湿而干透了的面，久煮不烂且筋道紧实，爽口 Q 弹，是江门一道不可多得的名片。啊，我们的一个强盛猪脚面的话，也是要选定是本地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外海面。看来，好吃的美味从来没有巧合，隐藏在美味中的，全都是真刀真枪真功夫。在江门三十三虚街，这家氤氲着江门本地风味，也懂得拥抱网络流量的强盛猪脚面，平均每天卖出近2000碗，但把流量变流量，靠的是一丝不苟的厨尖匠艺，靠的是游客众口皆碑的盖章。正了，好吃，味道好极了，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 ，very good。一间小小面馆，漾起的是人间烟火，柔和的是百味人生。猪脚外海面，鸡蛋和青菜，普通的食材，在挑剔的严选中，在火候的碰撞下，交叠出不普通的味觉体验，成就了难忘的味蕾记忆。对宇哥来说，人生虽起起落落，但难得的是不忘初心。一家猪脚面馆，便是从不认输的宣言。而对游客来说，吃完猪脚面，在三十三虚街走一走，感受骑楼风情，体验桥乡特色，沉醉在古城江门新旧交织的文化活力里，当真是不虚此行啊。人生的话也是一步一步走，脚踏实地达到自己的一个虚顶。舞狮不是闹，是艺术，早茶不是茶，是江湖，越剧不是戏，是享受，美食不是吃，是战斗。且慢动手，敢问孙家哪门哪派？一度就戏江门。天下美食唯香诱人，扑簌簌一只胖金鹅，从金碧辉煌的南宋御膳房穿越700年时光荏苒，这才在广东江门安了家。没成想这地方的人也太爱鹅了吧。在广东每一年大概要吃掉1.7亿只鹅。嚯，这数量果然是江门不负千秋味，金鹅独占岭南堂。老规矩，吃着走着。今天这一位，看的是宫廷御厨的名堂，馋的，嘿嘿，是脍炙人间的秘方。有道是，此鹅只应天上有，江门要往何处寻？哪里的烧鹅好吃？恒记啊，恒记啊。秘食法则第三条，本地人不用想就推荐的馆子，您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这小镇飞檐平翘角，碧水映清波，好不清幽雅致。你看那休憩的老人，嬉戏的小孩，一派怡然自得，岁月静好。哎，等等，什么岁月静好？这可不行让鹅听见，因为没有一只鹅能活着走出广东。那原因可不就是他吗？这个滴溜着鹅的精壮汉子，正是恒毅烧鹅第四代传人吕维栋。我已经做烧鹅了。从我在懂事的时候就开始认识有这个烧鹅了，应该我这10岁时候就开始在家里帮手啊，去拔这个毛啊，去学这个烧鹅，去烤这个烧鹅的了。烧鹅30年，
吕维栋没有一天忘记过被师傅吕日新支配的恐惧。因为我们做这个烧鹅呢比较特别一点，凌晨的时候要起床来做这个烧鹅，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起床啊什么的，可能会骂你。从凌晨四点一直到下午四点都要跟着师傅吕日新学习学习烧鹅，烧出来有个叹气感，这样的心脏就整很辛苦了，很辛苦，但是心烧了跟他脚不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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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的教导毫无保留，挑鹅、宰鹅、入料、烧制，每个步骤都要自己上手，要求也极其严格。打过一定打过的人，这个连扫的不打他不听话，对不对？不听话一定打了，是不是？不出语音上，你用手要打过，用糖也打过了吧？我不打他，老爸也打嘛，是不是？我是上司嘛，我这时候是对的，但是在他的眼里就是不对的，所以呢，挨打也很莫名其妙的，有时候，啊，所以呢，也对着看啊，你打我，我就不做了。那年代想不到为什么会错啊，因为现在想回去了，他都想你好，想你快点掌握这个技术，学会这个烧鹅嘛。从一只鹅到一只烧鹅，一字之差，不光隔着火，还隔着百般繁琐。如何选出一只梦中情鹅？黑毛、黑嘴、黑脚，细头、细颈、细骨，肉质结实，体重合适，让破壳55天的乌孙鹅，成为了恒毅烧鹅的完美食材。众鹅沐浴脱毛后，一道神秘气流将从颈部注入，精瘦结实的鹅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变成了胖乎乎的肥鹅，随着表皮与肉质分道扬镳，油脂和水分相继出走，就把一个脆字暗藏在了烧制之后。祖传的宫廷腌料秘方先填满了烧鹅的空腹，也挑逗着看客的味蕾，顺应四季变化，腌料的配方也在相应调整，一只烧鹅便也生出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般风味。滚水清烫，去腥散味，再用麦芽糖、大红蔗醋染出焦糖般的肤色，经过热水桑拿后马上转入恒温冷库，一小时后表面的水分逐渐风干，在冰火两重天的轮番伺候下，鹅皮将被赋予完美的焦脆度。这时间与温度的分寸把控看起来不难，实际上一点儿也不简单。恒温烤制与荔枝柴的经典搭配，成就了百年恒毅古井烧鹅的独特风味。烤炉热量均衡是烧鹅表皮酥脆的重点，而坯质均匀、晾晒干燥的荔枝柴不仅烟少还耐烧。45分钟激情炙烤，一只合格的恒毅烧鹅闪亮登场。金黄酥脆的表皮肥美诱人，唇齿相交，首先爆发的竟然是听觉，震颤灵魂的鲜美在耳际回荡，又在舌尖迸裂。鲜嫩的鹅肉紧随其后，给到牙齿 Q 弹满分的愉悦回馈。刹那间，金色的河流淌入赤色的丘陵，山峦涌动，肥而不腻的汁水和这酱汁的鲜香共同爆发，这一口满足直冲天灵。鹅好吃，好好味，这个鲜鹅还挺好吃。我觉得这里的鹅非常好吃，因为我爸虽然是湖南人，但我算是一个正宗的广老，配料是非常的适合我这个广东人的口味。肥而不腻，当然是一流的。妈妈很喜欢吃烧鹅的。
百年风味历久弥新，杭邑烧鹅的纯与美不止于匠心，更源于百年更续的朴素坚持。重要性重，做底层的做杀鹅养鹅啦，脱毛啦，脱毛啦，最基层的那个基础，别说去做，你不做那永远就不懂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做出来的，看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简单。传统的泥炉早已弃用，但仍然是每一位杭邑人的必修课。要想传承到地道的古井烧鹅，从生火劈柴开始，每一道最基本的工序吕维栋都要熟练掌握。一定要保留这个工艺，要做最好的，做的最完整的古井烧鹅，也最原始的古井烧鹅嘛。在杭邑，烧鹅已经不仅仅是一道菜，随着时间的沉淀与手艺的传承，也凝聚延续着这个百年家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南人那里的那个经验跟那个火头，因为我们以前用的烧鹅炉都是用泥炉做的，所以那个火头啊控制呢一定要把握的很有经验，才可以把握的好，什么时候把那个颜色捡回来了，什么时候熟了，要懂得这个经验才可以烤到一只好的烧鹅。岁月就像泥炉里始终恒温的炉火，缓缓炙烤着人生，而火候是烹饪的艺术，也是生活的哲学。那一对人已经传承了一百年，我要怎么样把它传承到多一百年或者两百年？若问广东三件宝，陈皮、老姜、禾杆草，没错，在老广人的心中占据绝对 C 位的一定是陈皮。入药调百方，入膳调百味，入茶合百韵，入库藏百年。穿透老广们生活的不仅有陈皮茶的浓郁芬芳，还有陈皮美食的独特风味。不信您瞧，陈皮骨啊，陈皮水鸭汤，陈皮大明虾。光是想想，一颗被美食点燃的心已经按捺不住了。沿着陈皮的果香，这一站寻味之旅，目的地中国陈皮之乡新会。但万物皆可配陈皮，咱们今天吃啥呀？陈皮八宝呀，是以前乾隆皇帝吃的，它是一个药膳来的，我们今天就是过来品尝它的。啥？陈皮八宝鸭，连乾隆皇帝都点赞。地球人都知道烧鹅才是老广们的心头好，鸭子嘛，谁让咱主打一个不走寻常路，陈皮八宝鸭走你。在新会的美食江湖里，陈皮八宝鸭有点像低调的扫地僧，会做的店少之又少，而能搞定这道菜的大厨加起来不超过十个。这个菜呢，做的人就少，做的好的人就更少。据线人透露，在新会一处群山环抱的半山腰，就隐藏着这么一个幽静雅致的酒家，石建渔村。果真是环境清幽的好地方，看着挺好的一排排车子就知道稳阵啦。有陈皮八宝鸭吗？有，但是要提前预定。为什么要预定呀？我做的，因为耗时间，功夫菜嘛。嗨，一大早去却扑了个空，心情难免有点失落。线人，你这情报可不准啊。但我看这大厨双目炯炯有神，骨骼清奇威武，想必一定是饮食高手吧。我叫邓大乔，别人帮我起个外号叫村长。嚯，好霸气的称呼。这位人称邓村长的厨师长，就是石建渔村陈皮八宝鸭的掌勺人。
相传在招募厨师长的时候，老板只有一个要求，会做陈皮八宝鸭的师傅优先。身怀真功夫人狠话不多的老邓掉头就走，结果第二天一盘陈皮八宝鸭端到了老板的面前，那叫一个眼睛四座，味香八方。于是乎，老邓披挂上任厨师长。而老邓不负众望，经他手烹制的陈皮八宝鸭，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是最忠实的粉丝。整只鸭都是没有一根骨头的，我就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很棒，味道刚刚好，很甜美，非常之好，料又足，火候又高，它有很多微量的元素吧，很软啊，就是老人家没有牙齿吃都能吃的。哎呦，听你们说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赶紧预定一只陈皮八宝鸭，明天再来大快朵颐。清空肠胃，给美食留下席位，一站导航直奔实践渔村。一只陈皮八宝鸭上桌，陈皮果香混合着浓郁肉香钻入鼻孔，酥软细腻的鸭肉入口即化，撕开红润轻薄的鸭皮，才发现内有乾坤，莲子、香菇和芡实，瑶柱、鲍鱼与冬笋，糯米燕麦将一切包揽其中，勾勒山川湖海，酝酿鲜美滋味。香糯的莲子遇见粉面的芡实和野米，一整个在口腔中绽放出成熟的甜饮。吸饱汤汁的瑶柱和鲍鱼，如同在进行一场关于山海的鲜味竞技。难以低调的陈皮犹如灵魂捕手，馈赠着无处不在的甜香。它那个甜料的意义呢，那个味道啊，跟那个食材啊，都在里面，就八宝，啊，八宝的来了，陈皮就是体现出它那个陈皮的，肉味跟那个甜香味。一种做法改变了当地人对吃鸭的看法，他们就感觉到有点夜气毒这种感觉，就说就不认同吃鸭了。其实上它是比较温补补的东西。让外地人跋山涉水为一道神秘的名菜而来。我是四川人，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它确实这个时间啊、功夫啊、料啊全部都在里面，都是有这个价值在的。那个骨头会去掉，应该是一道功夫菜吧。推荐，味道非常之好。这个鸭呢吃落去真的好好吃，你们一定要来吃下，试下，好靓的。一只陈皮八宝鸭磨的是千日计，练的是真功夫。看来老邓的村长名头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今天我们就走进厨房，看看这道几近失传的神秘陈皮八宝鸭究竟是如何出炉的。第一就是剔骨，整个骨头要慢慢的剔出来，然后将那十几种的原料捞在一起，扣好啊，又好味啊，就让进那个鸭的肚子里面，就把它绑好啊，上颜色，给味道，就拿去蒸柜那里就扣2个小时，扣好之后呢，再上锅浇汁，就上桌。邓村长说完这句话不到1分钟，但要做完这道菜，却需要整整一天。陈皮八宝鸭拆骨呢，一般的新手呢，拆下来1个小时左右吧，可能还烂皮。一般我们这些习惯的呢，也半个小时左右。鸭肉皮儿薄，去骨尤为讲究。一不小心，骨穿皮烂，整只鸭子就只能废掉。用老抽涂抹鸭身腌制的同时，需要将糯米、香菇等提前浸泡。等鸭子腌好，由糯米、莲子、香菇、芡实、瑶柱、鲍鱼、冬笋、燕麦构成的八宝也已浸泡开胃，混合各种配料进行调味并炒制，再回添入鸭肚缝合，就可以进入下一道工序。这个主要就一个刀工啊，很重要，师傅炒那个酱料也挺重要的，
如果水不够呢就硬，水多了就是上颜色，还有这三个工序要认真的做到位。而这一道工序极为考验厨师的功夫，加入葱姜八角等调料，将鸭皮煎至金黄，再用大火蒸满两个小时，才真正得到一只细腻酥烂的陈皮八宝鸭。难怪要提前预定，现点等鸭做好，午饭可就要变晚饭喽。三位美女，味道怎么样啊？很好，很好，很好吃。那个鸭子还行吧？可以啊。这个鸭子要很长时间做出来。我在别人眼里的性格应该比较急躁，有点松那种感觉，但我自己想做一个怎么样，开心心过日子那种，别的都没有。而如今，在一只陈皮八宝鸭中，在一招一式的慢功夫里，他早已学会了如何用一颗平常心去体会生活的百般滋味。干活也没有什么有意思呢，去到哪里都是为了生活而奔波。人是因人而异，欣赏什么食物，喜欢吃什么菜，都是因人而定的，是吧？其实每一道菜都是很好的美食，就看哪一个客人喜欢。经常在外面跑，跑到都厌倦了外面的生活，肯定要回来了，归根嘛，家在这里肯定要回来了。在湖边感知岁月，在河岸观望人生，看山时岿然不动，看海时波澜不惊。或许这就是这只深藏八宝的陈皮鸭，在味觉的变换里想要告诉我们关于生活的那些事。做人认真善良，做菜呢就执着用心，生活就开开心心。在老广人的餐桌上，鱼绝对有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蒸、煮、烤、炸、煎，鱼饺、鱼丸、酿鱼、鱼脯、鱼饼，十八般烹饪，滋味百出。谢谢。试问在广东，哪个小朋友没被妈妈念叨过？多吃鱼呀，人会变得聪明的。不过呢，当来自五湖四海的吃客陷入街头巷尾鱼之盛宴而流连忘返的时候，口味刁钻的老广已经将鱼吃出了 next level。 拿到中山呢，一定要吃这个正宗的脆肉块，这个中山脆肉块的这个口感呢就非常可以的。你要问我口味的话，我建议你自己去尝一尝，很神奇。不是鱼神奇，是鱼的肉神奇。在这个遍地都是隐藏款国民美食的城市，到底是啥样的鱼和啥样的神仙做法，让吃遍海陆空的中山人如此中意，甚至发出神奇的赞叹？等不了，等不了一点。目标：中山脆肉换。老规矩，吃着，走着。漫步在中山街头，历史韵味与现代活力交织而来，琳琅满目的中山美食让游客味蕾大动。我们东山最有名的农产品就是脆鲩鱼。我也知道了呀，可到底去哪儿找好吃的脆肉鲩呢？别急，觅食法则第一条，人多的店一定靠谱。是脆肉鲩吗？跟我走。随着人流来到东升镇同乐大街，抬头是东升老字号港生鱼师傅的老招牌，低头是一口大大的鱼缸，店里则是座无虚席，客人们吃得正欢，而厨房里都是忙碌的身影。只见一人动作麻利，行云流水，举手投足间整条鱼都被他驾驭得服服帖帖，显然
是多年经验磨砺出的老手艺人，难怪这店生意如此红火。原来他就是我们口耳相传的那位脆肉饭大师傅梁志宏。都说豪横是因为家里有矿，人家小梁总豪横是因为有鱼塘。是啊，我们好几个鱼场。好好好，你豪横，难怪一条脆肉鲩能研发出上百道菜来。因为我们第一个一找货源，我们还有工厂，还有那个生鲜店，把所有好的鱼、好的部位都留在我们自己用、自己研发，这个是其他人做不到的。说话间，中山无影手强势上线，眨眼的功夫，一条鱼就被处理完毕。你以为这就完了？当然不。武林秘籍第一招，脆肉鲩去骨。现在专门做脆肉鲩餐厅必须要去骨，如果骨都去不了，这个餐厅肯定不及格。鱼分成两半后切出指骨，顺着鱼骨线划开一条弧线，鱼腩骨部分虚晃一枪，完美分离完毕。顺着鱼指骨线斜切进去，再在相隔两厘米的地方左右那么一划了，变魔法一般，圆滚滚的鱼柳和鱼身分家了。沿骨线再切出 L 形状，鱼尾部分的三叉骨连带着小刺也被轻松分离，一条脆肉鲩就这样被分解成为鱼头、鱼尾、鱼腩、鱼柳、鱼身肉、鱼小翅、花椒。这娴熟的刀法，我们称一句小梁飞刀不过分吧。我们把那个鱼啊全部分割了，每一个部位能做到十大八大叉出来，蒸了、炸了、烤了、焗啊，反正一鱼百味肯定做得出来。嚯，一鱼百味，挑招牌体会。首先鱼火锅安排，火锅的锅底儿竟然是剁下来的鱼头鱼尾，沸腾后自然成汤，薄薄的鱼片用的是鱼身肉部位。话说这刀法可是不一般，江湖人称蝴蝶刀，一刀切，一刀划，一刀断，展开后还真挺像一只只蝴蝶呢。薄薄的鱼片涮上个五秒即可开吃。嗯，入口瞬间最先感受到的是那一丝细腻的鱼肉质感，柔滑而不失弹性，轻轻一咬，鱼肉的脆爽感瞬间迸发，仿佛是一颗弹珠在口腔内跳动。随着每次咀嚼，鱼肉内部的汁液慢慢渗出，伴随着锅底汤料的香气，鱼肉的鲜甜在口中层次分明，逐渐扩散，最后鱼肉的甘甜与汤底的滋味完美融合，鲜味在唇齿间久久不散，红透，再来一片。这个好特别啊，好像鲍鱼这样吃法，我感觉很 Q 弹，很好啊。这个鱼没有鱼腥味，然后还很鲜嫩。它的鱼居然是脆的，这是草鱼，但是又不敢相信它是有鱼的口感，它的味道好极了。脆肉鲩的口感，让人一吃就觉得这还是草鱼吗？的确，它的脆爽程度早已突破了传统鱼肉的范畴，仿佛鱼肉参加了健身比赛，练出了结实的肌肉感。那么这种奇妙的脆感到底是怎么练成的呢？那个草鱼长到八斤以上啊，就每天喂它蚕豆嘛，就保持喂到三到四个月这样子嘛。我们基本上每一条鱼要去上15斤的蚕豆才达到我们餐厅用的那个标准脆度，养脆之后我们就拉到另外那个水源好的清澈的水源去让它静养45天嘛。经过45天的静养，它的多余的脂肪还有那个残留物都排走了，提升那个肉质，最主要就切出了鱼健康。说起脆肉鲩的养殖改良以及吃法研发，小梁总可谓是侃侃而谈。一整个自信中
大有一副实力不允许低调的姿态。再搞点柠檬汁，就大功告成。浑然不知自己的黑历史会被老梁毫不留情地抖露出来。事业刚起步时，养死一鱼塘的鱼。那时候年轻气盛，就不听他说的，按照我自己方法来做，整个鱼塘的鱼都搞死了，一塘鱼十多万斤，百来万嘛。那个经营不足嘛，一天撒了三到四剂那个农药下去，几十万斤的鱼才就没有了。鲜活生猛，长寿不衰。在中山这方土地上，几乎每个人对吃都是极有态度，不看门面，只重味道。中山石匠们更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将奇思妙想和创新创造的精神注入每一道食材，每一口滋味。即便一条普通的草鱼，也能在此拥有新的身份证，开启不一样的鱼生。把这个鱼发扬光大嘛，让更多人能知道这个鱼。吃遍早茶还能吃啥？如果你认为吃什么是一道难题，老广人第一个不答应。毕竟对一个24小时都在吃的省份来说，广府百味，那可是道道人间智慧啊！中山鱼和霸王鸭了，白鳍鸡啦。等等，能不能搞点儿连名字我们都没听过的呀？叫这个沙溪烤肉。沙溪烤肉。沙溪烤肉啊，这就有点意思了。扣肉那可是南北都有，你们沙溪扣肉凭啥不一样呢？你放在烤里面就可以化了。中山的扣肉都不够沙溪的那边扣肉还低了。哎呦喂，你们嘴可是真严呐、啊、咱问的是为啥好吃，你们哎，已经等不及了。湾区百味，千里寻味，这一站美味目的地中山沙溪镇。始建于南宋22年的沙溪镇，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看遍时代风波，自然留下许多传说，包括这道被宋帝品尝过的沙溪扣肉。天下扣肉何其多，缘何沙溪最红火？也许答案就藏在这座镇子不起眼的角落里。这是在摘什么呀？摘那个漏叶呀。这个能干嘛呀？做那个沙溪扣肉的。在中山，这种像爬山虎一样的胡椒科植物遍地都是，谁能想到这种路边随手摘的叶子居然藏着让人垂涎三尺的秘密。不过要想吃到正宗的沙溪扣肉，光有叶子可不够，还得靠资深的本地食客带路。有个富田酒楼有个沙溪扣肉很好吃，福田酒楼啊，嗰啲嘢都几好食嘅。沙溪镇福田酒楼，走起！看看这喜气盈门的名字，再看看这富丽堂皇的装修，这不得是体面的宴席之地吗？哎呦喂，这人气，不用问，闻震了。这位在堂间忙前忙后的大姐，人称娟姐，便是酒楼的老板娘。和身为厨师的丈夫阮先生结婚以来，就开始经营自家生意。娟姐勤劳能干，丈夫又做得一手好扣肉，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就大笔一挥盘下了这间酒楼。你以为这是一个夫唱妇随男耕女织的爱情童话？是也不是。外人看到就是恩爱，但是我觉得很多夫妻都会有吵架的，特别是一起做事情，但是我们吵了过后就没事吗？夫妻没有隔夜仇，做菜才是正经事。看着新老主顾点上一份沙溪扣肉，笑谈间大快朵颐，就是生活中最治愈的时刻。
次来都吃啊，很好吃啊。我刚从福建过来的，所以我哥带我来尝尝这个广东的特色啊，但确实可以。我们吃了很多年，十多年了，扎西的味道比较地道。它有一些肥肉，一些瘦肉嘛，吃起来的时候就是肥而不腻。受不了听觉上的味蕾暴击，那就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味蕾体验吧。娟姐，沙溪扣肉来一份。奇色入眼，奇香扑鼻，咱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香的肉啊。朋友们，开席啦。扣肉入口，煎过的脆皮还保留着俏皮的口感，而火候十足的花肉则软糯的像一块黏腻细嫩的蛋糕。香味刚刚抵达上颚，清香的娄烨就如风风火火的少女，用恰到好处的辛辣冲刷着口腔的每一根神经，营造出肥而不腻的味觉体验。润滑好香，又滑又嫩又好吃，不错，可以。为了这道体面而又好吃的传统宴席菜，阮先生整整坚持了30多年。每天一早去市场挑选最新鲜的五花肉是他雷打不动的工作。好的五花肉最少有3层，如果是小的都有2层，但是我们本地人喜欢吃肥的。带入的厨房，无调料焯水煮出血沫，至7-8分熟捞出，用钉板拍打猪皮，给肉皮扎孔，流出肥油。这个过程叫做漂油。擦下去的时候要焯过那个皮到那个肥肉那里面，这样就把那个腻的油味把它排出来。再将五花肉放入锅中炸至表面金黄，据说老师傅们可以靠听来判断炸肉的火候。炸过的五花肉需用冰水浸泡，洗出飘油是肥而不腻的关键，也能让瘦肉更加紧实。沙溪扣肉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腌制五花肉的秘制调料娄烨。我们沙溪的娄烨和我们的一些南乳啊、蚝油啊这些一起拌着来扣，非常的美味，它那种香味是与众不同。我们就自己种了这个娄烨，新鲜的才有这种香味。五花肉一定要切得厚实，这样吃起来才够过瘾。再给这些五花肉做个秘制 SPA，让每一块都充分入味。最后装碗上锅蒸上2小时，这2小时期待的小手搓个不停。出锅了，不过还不能上餐桌，扣肉当然要扣一下咯。看阮先生这动作是不是有种武林高手的感觉。哇，一道号称菜王的沙溪扣肉就这样水灵灵地完成了。在这个菜品不断创新的时代，对坚守一方风味堡垒的娟姐和阮先生来说，坚持还原沙溪扣肉的老味道，为的就是传承一份记忆，留住一份回忆。沙溪有三宝，就是白灼鸡、扣肉和焖鸭。沙溪的本土菜非常美味，也很历史悠久的，我们的前辈一直这样传下来，顾客也很支持我们，所以我们一直做了几十年。做菜的人心怀眷恋，吃菜的人又何尝不是充满回忆。一场宴席合家欢，亲朋满座话团圆。席间那道凝聚着共同记忆的沙溪扣肉，蕴含其中的甘甜与辛辣，便是这烟火人间深厚又朴素的情感代言。传统菜能留住人心，我们也不会麻木跟风。翻开地图，发现地方名菜，打开味蕾，迷失风味江湖。这一站仍然是中山。
对喜欢传统文化的人来说，中山是广东省曲艺之乡、华侨之乡；对热衷美食的人来说，它是广府菜发源地之一，满满都是隐藏菜单。如果要问来中山一定要吃什么，街头巷尾都是答案。猪油锅碗啊，这是有的菜油碗，正宗的沙琪扣肉。中山这边当然有特色的就是乳鸽了。等等，乳鸽难道是大名鼎鼎的国宴名菜？来自中山的红烧石岐乳鸽，中山石岐的又特色菜。乳鸽的话，应该是石岐的那个本地的特产。稳了，那到底哪家好吃？烤面是可以，这里的乳鸽可以，不可以我们不来。到中山吃乳鸽，去石岐找朝哥。美味导航一键直达，这里就是好面色朝哥厨房。哇，石岐乳鸽好大的招牌，就这样一道招牌菜挂在门口，朝哥一定是对自己的手艺很自信了。朝哥，朝哥，到底谁是朝哥？到底谁是朝哥？我就是朝哥啊。美女多少个人呢？是一个人了是吧？哦，平时人家都是很那个很尊重我，也是叫赵哥。看朝哥这精神小伙的劲头，您今年贵庚啊？今年都差不多快70岁了。我没听错吧？70？您看起来也就50出头吧。刚刚中午，店内已满座。扫视一圈，桌桌有乳鸽，看起来如此诱人，吃起来究竟怎样呢？质多，酥脆，比较咸香，吃出那个肉质很紧实，也很滑嫩。你吃下去又不会说特别的偏咸，也没有特别的偏甜，主要就是刚刚好的那个味道。它主要有汁里面，最天然的那种吃法，口味可以。皮脆、香滑、爆汁，每一个字眼都在强调这道红烧乳鸽的神仙风味。再强的自控力也抑制不住飙升的多巴胺呢、啊。那就先吃为敬了。嗯，夹一块酥脆的外皮，香味奏响前奏，牙齿的开合间仿佛在跳一曲动感十足的恰恰，肉质滑嫩，如同呼啸而至的欢快过山车。一口咬下去，汁水满溢，鲜美似云霞升腾，纤细的骨头也化为绕指柔，浓郁骨香调动并愉悦着身体的每颗细胞，而这种感觉就是吃乳鸽的时候满满的幸福感。那个感觉给我都是在外面是与众不同的。此刻唇齿之间，幸福有了可品尝的滋味。正宗吃乳鸽有很多种吃法，有一种炖汤，有一种叫红烧，有一种是焖的。最正宗的呢，就是红烧乳鸽。也许你曾经被人放过鸽子，肯定不好嘛，毕竟是约好了腾出了这个时间嘛。肯定会当时会有点生气啊，会有点失望啊。那么你一定要来石岐品尝朝哥的乳鸽，因为石岐石岐不离不弃，朝哥朝哥从来不割。接下来就是真正的秀肌肉环节，让我们走进朝哥的厨房去看看吧。来吧，我今天来叫你做一个红烧乳鸽的秘籍吧。这个料是专门来腌鸽子的秘方材料，那里面就是有啥那个调味料，五香粉啊，桂皮啊，八角，杀了几下，这里就杀几下，这里就完成了。一般腌12个小时，那一边就把那个身上水分搞走，没水就可以了。就是生炸，就是这样做。如果熟炸，就放在卤水把它卤熟。和其他红烧乳鸽的做法不同，朝哥选择了不到半斤的小鸽现杀现腌，并用生炸的方式代替卤煮，在避免皮下脂肪流失的同时，牢牢锁住水分。面对如此美味的红烧乳鸽，挑剔的美食家们会给他打多少分呢？
十分我觉得是可以打十分，打分满分。十分是可以的。十分。恭喜朝哥满分拿下。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朝哥的十分也不是一天拿下的。去年前年开始做，销量不行，但是我没有放弃，我坚持做调味，做那个皮水一直在改良，改良到现在就成功了。一有时间呢，拿乳鸽来炸来吃，自己研究，结果就搞到现在，就客人吃了很满意啊。也就是昨天那个客人说，老板你那个乳鸽我吃了中山这么多家，还是你那家好吃，他说不错的。看来除了朝哥独家研发的秘制腌料，嫩是这道乳鸽的核心机密。吃乳鸽就是吃它那个滑嫩有汁水，而且味道也刚好。尽量的一定要四两到四两半，三两半给我，我吃没所谓。客人吃又说小啊，他三两半的时候他的肉还没长出来，瘦瘦的，出来客人面前那一出来一收束一下就没东西了，一点点，一敲个半斤的一点点不好吃的了。小有小的好，他就那个骨头没那么硬啊，就脆啊。我因为没有牙齿啊，吃得慢，但是吃起来呢嫩好吃，味道很好。一道国宴名菜红烧乳鸽，让年近七十的朝哥在退休的年纪又做起了大忙人。客人要求很高，因为我们每天在店里面吃得好他表扬你，吃得不好他过来投诉你，我投诉我马上就找原因了，哪个厨师哪个出问题。健身成了朝哥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我要跟人家不同，人家喜欢旅游到处去，我不喜欢。待会过年的时候，哎呀，休息七天八天了，老师还没到时间上班，很烦呢。俗话说人老心不老，但是我现在心也不老，人也觉得不老啊，有强壮的身体，所以继续干下去，做好吃的给客人享受我们中山的美食。做一道好吃的红烧石岐乳鸽费功夫也讲方法，但要问真正的秘密是什么，朝哥的答案是没啥秘密呢，很简单的呢，用心来做出来就好吃了。日升月落，物换星移，热爱生活也讲究美味的中山人，用包容和创新不断塑造着城市的性格。他们不带浮华，却始终相信万般美味唯真心可见。健健康康开心每一天，做多几个好菜给客人吃。中山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树木浓郁，光阴写满眷恋，美食当头，舌尖尽是留恋。寻味良久，肚子说他还没吃够，那能怎么着呢？接着寻找，接着吃。哎，兄弟，留步留步，你能告诉我中山最朴素的传统美食是什么吗？辣味煲仔饭最经典，广式辣味煲仔饭，华府辣味很日常，本地人都吃过。辣味饭硬货呀，肚子嘛好像还真需要干饭了。那哪家辣味饭最好吃？煲仔饭梗系旺铺辣味嘅煲仔饭最经典啦。广式辣味一半出自黄埔镇。黄埔，你要这么说我就知道你是如假包换的本地人了。要知道黄埔这座小镇可是广式辣味的发源地，占全国市场50%以上，那这里的辣味还不得出神入化呀。黄埔我们来了。黄埔镇物质文化遗产的宝库，在这里飘色龙舟麒麟艺术熠熠生辉，但更让人心驰神往的还要数琳琅满目的辣味。
在这里万物皆可辣，辣鸡、辣鸭、辣肉，悠久的畜禽与水产养殖史为辣味加工备足了粮草。2009年，黄埔辣味传统制作工艺更被纳入广东省级非遗名录。在这个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辣味香的名镇，吃上正宗的辣味很简单，但要想品尝辣味中的人气王，还得靠有间煲仔饭比较独特噶，你可以自己攞嚟扫上去嗰边 DIY 做自己煲仔饭噶。那从哪里走啊？就往嗰边走啫嘛，好近噶，喺莲塘路嗰边啊。万万没想到，还没享受到碳水爆表的快乐，先结结实实的吃了一波狗粮。瞧你们这甜到拉丝的眼神，你们牙口煲仔饭难道不会太腻吗？哎，你好，靓仔，吃饭吗？幸好早有准备，在他们家，因为能 DIY， 就能吃到最最地道的辣味。听说你这里面可以 DIY 哦，带了食材来，对，我们这里可以自带食材帮你加工的，万物皆可包。哦，你这个挑辣味的水平一般般哦，走，我带你去挑正宗的黄埔辣味。还等什么？跟着阿鱼菜市场走起！黄埔辣味是比较出名的，中国的话有一半的辣味出自于黄埔嘛。看着阿鱼熟稔的跟各个摊主打招呼，再看看他像选人生伴侣一样严苛的去挑选辣味，就知道今天这顿辣味煲仔饭稳辣。像我们腊肠跟腊肉的标准，一定要选那种比较好的那种土猪肉。第一是猪肉的肉香味是比较足，而且它吃起来没有那么油腻。我们选择的那种肥瘦相间的腊肠啊，一定要是3/7跟4/6的。对辣味的精与细，就在这样普通的一日三餐中被传承了下来，成为黄埔严选最动人、最绵长的底味之所在。我们也是做腊肉、腊肠还有腊鸭咯，基本上这几种吃的会比较多。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像风干的一些鱼干类啊。我们在选这种辣味的时候会选一些颜色比较有光泽度，但这种光泽指的不是那种添加色素的。所谓食材好，食材好，选好了色泽鲜亮的优质辣味，我们离一碗成功的辣味煲仔饭又近了一些。我的黄埔辣味有哪些做法？炒啊，焖啊，牛腩煲仔饭呀，腊鱼煲仔饭呀，腊肉煲仔饭呀，煎和蒸吧。一碗成功的辣味煲仔饭，除了优质上乘的辣味食材，米的选择同样是重中之重。传统煲仔饭的米是2掺米，但在阿鱼这里做煲仔饭用的米被改良为细苗米、泰国香米、五常大米，三种大米按比例混合而成。他们家的米是厂家专供，厂家直接按照阿鱼的要求，按照比例直接混合好，这三种大米互相发挥，互相作用，分别起到了美观、增香、有韧性的特点。至于具体的混合比例嘛，阿鱼说了，全靠烹饪者福至心灵，简单来说就是绝密不外传。加热10来分钟了，就是米煮成了米饭，这个时候我们就打开盖子去放料，放了料以后再盖上盖子，再烧几分钟，就是把那个料给它烧熟。作为外行人，我们很难全部参透阿鱼对一碗辣味煲仔饭到底付出了怎样的时间、精力和心血，但作为一枚资深的吃货，只要这碗正宗地道的辣味煲仔饭被端到面前，鼻子和眼睛就会率先告诉我们，这是用心烹饪的味道，这是值得信赖的味道。做的真的很好吃，甜甜的，香香的，肉感肥而不腻，然后有锅巴，锅巴特别好吃，加上那个辣味的那个汁就特别香。好吃，好吃，好吃，好美，Nice， 偷风起食腊味，辣味的油脂香味渗入米饭之中，均匀包裹每一粒米饭，
酱汁香味和锅巴香味也不甘落后，几种香味氤氲组合，争先恐后地释放自己的魅力，放肆地在舌尖上溅开，而后带着嗅觉和味觉来势汹汹地冲破一个临界点，冲击着嘴里的每一个角落，毫不客气地让每一个细胞都为之臣服。接着，这股醇厚悠长的饭香滑向喉咙，冲刷着身体，传向大脑，所有的感官都在一瞬间被唤醒。一口，两口，三口，口口都有新体验，根本停不下来。这个是秋梨膏，是我们店秘制的，它的功效就是润肺止咳、降火降燥，因为吃煲仔饭呢会比较上火一点。讲究去火气的广东人，还得再配上阿鱼自制的润肺海底椰秋梨膏，那叫一个清爽解腻。煲仔饭和秋梨膏是天生一对哦，老板和老板娘也是天生一对哦。你不要催着阿姨，我们现在收腿收不切，你数码点餐先。我女朋友这个人呢，她就心地非常好，而且比较热心，她在店里操持的话省了我很多心思了，我有更多的精力去干别的事情。听着阿鱼和文文的故事，嘴里哼着文文爱上了阿鱼在一个有辣味煲仔饭的地方，将饭一口口吞进肚子里，此时此刻色香味反复拥有了全新的解释权，幸福也有了具象化的展现。如果是煲仔饭之王，那你好友不就是煲仔饭王的女人？煲仔王后。在黄埔，辣味不仅是佳肴，更是一种传统，一份感情，是那种骨子认定了一个人一件事，就要带着敬畏之心做到极致的态度。正是这样的态度，丰富了雅口辣味煲仔饭的滋味，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更美味、更生动、更值得期待。做饮食这一块本来就是精益求精的，这是对这份职业的尊重。全世界都知道佛山武术名家众多，从黄飞鸿、叶问、李小龙到梁赞、陈胜、裘泰生，功夫榜传扬四海，无人不服。但很多人不知道，在佛山比功夫榜竞争更激烈的是自古以来都没能分出个胜负的美食榜单。鱼生、盐焗鸡、双皮奶、艇仔粥、煲仔饭、酿豆腐，很多人很好奇，到底哪路美食高手才能独占鳌头，令男女老少都心服口服。高明辣粉很好吃，来佛山就到高明区吃高明辣粉。辣粉啊，很润滑，一吸就进去了，进嘴了。据说在佛山高明区，这种以水稻为原料制成的特色美食，是男女老少公认的口碑江湖封神榜中的王者，其粉丝范围之广、年龄跨度之大、呼声之高，恐怕连最当红的明星来了都得甘拜下风。人人都想吃你，偏偏你最好吃。这个被称为高明人的命的江南高明濑粉到底有啥过人之处？走，咱们这就搜粉去。如何判断一个佛山人是不是拿你当真朋友？看他是不是带你去吃江南高明濑粉。几乎每一个佛山人在接待外地朋友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将朋友领到江南高明濑粉店里。同时，几乎每一个来到佛山的外地人，也都会毫不客气地要求本地朋友，要不咱们去尝尝江南高明濑粉。
谁能想到这家开了几十年的档口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友情测试器。他卖濑粉的有很多呀，为什么选择这家呢？炒蛋粉来的。粉里面有很多肉很多菜，它比较滑，还有就是比较弹，口感很特别。好吃好吃。相比往来食客的热情似火，动作爽利的店主阿婆却显得十分淡定。当被问及自家店为何能笼络住街坊四邻的心，阿婆的回答显得高深莫测，因为濑粉长长的有长长久久的好意头，所以逢年过节、喜事宴会、日常饮食，高明人都喜欢吃一碗濑粉。那口气俨然一位经历过大风大浪后退隐江湖的高手。只说是大家捧场，对自家店选材之严苛、技艺之高超、口味之鲜美，那是丝毫不提。一开档的时候没有三个找钱，只要把孩子养大了，把老人家顾好了，就安安定定有饭吃就算了，慢慢找钱慢慢来。一勺高明濑粉入口，才知道什么叫双手插刀没有对手。软、韧、爽、滑、鲜，各种触感与滋味在舌尖相遇，相视一笑，而后相继绽放，各自展现各自的魅力。老姜、蛋丝、猪肉的浓郁伴随着米香从口腔蔓延开来，浓淡有度，此消彼长，若有似无。那滋味并不霸道，却极其悠长细微，齿颊留香，回味无穷。就一个字，亮。我会把这道菜推荐给外星人，因为太好吃了。那个濑粉有弹性，然后那个汤汁非常鲜美，它那个比较爽弹。然后的话，我最喜欢吃它的那个鱼松，它这里的鱼松特别好吃。这就是高明的特色啊！如果它有性格的话，它一定是安静的。真好吃，好吃，好吃。成就这一切的正是高明濑粉的特色所在——濑字秘诀。高明濑粉的濑字取意于水从细沙上流过的动作，这是制作濑粉的精髓之所在。在高明，濑粉的制作工艺并非某一家独有，家家户户都有不同的制作心得，粉或粗或细，汤或清或浓，佐菜或荤或素，不同的人总能找到自己中意的吃法。只有这家店仿佛是全高明人心照不宣的默契，走进来就如同走进自家厨房那样自然。我一来的时候就是强选礼，又很认真选的满米，又这个黄谷米，枣米做不成的。黄谷米满米，好靓的黄谷米。说话间，阿婆有条不紊地准备粘米粉，在60度水温的浸润下，先把粘米粉搓成团。千搓万揉间，原本松散的粘米粉粘合在一起，粉的韧劲儿慢慢生成。积攒了许久的米香毫不吝啬地释放出来，在开水的冲洗之下，粉团成型。而这时阿婆的手法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由搓搅变为拉。说时迟那时快，阿婆抓起面浆放入濑粉锅内，之后将濑粉欧举至其胸高，只见面浆透过濑粉欧底部的孔洞源源不断地流出，并且随着匀速的晃动拉出匀称细长的形状。高一点这个濑粉的肉一点，沙一点这个濑粉的粗一点。待第一次拉丝成功，这些面浆终于可以正式下水。此时此刻，濑粉欧俨然已成为阿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只见她手持大刀，哦不，是濑粉欧，不慌不忙沿水面顺时针方向缓慢地移动，动作干脆利落，粉条一气呵成，妙啊！食材制作完成，接下来的濑粉制作那还不是易如反掌。这个开水呢，不要太高温，也不要太低温，80度也可以，刚刚好，就漂亮。
水温拿捏到位，火候恰到好处，配菜闭眼挑入。调料呢，就把这个猪肉把它切好了，炒了，炒好把它浸滚水就放，熟了就放味道了。咸的你就放咸一点，不要这么咸就不要这么咸了，可以自己控制了。热气腾腾的期盼之下，一碗高明濑粉就这么活色生香的端上了桌。我们高明的濑粉呢，小孩老人大人都喜欢吃濑粉，好多熟客来，好意头，长长久久，高明濑粉。人们都说食物都是有根的，一碗美味的高明濑粉，不仅是这片土地孕育出的深厚滋味，更是阿婆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坚守。做了几年八年了，就都可以了，我又很安定了，孩子又长大一点点了，慢慢长了，不要做外事就可以了。细水长流，长长久久，濑粉如此，生活亦是如此。不急不躁，不卑不亢，不慌不忙，深深扎根，默默耕耘，做着做着就好了，做着做着就成了。欢迎大家来广州吃美食，平平淡淡过日子就好了，很安稳了，都很知足了。文成武德，岭南正茂，佛山广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的城市，写诗、龙舟、武术、粤剧都发源于此。地球人都知道，佛山是有名的功夫之城，咏春拳、无影脚名扬天下，谁人不知？你肯定会忍不住猜想，黄飞鸿和叶问到底谁才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呢？但很多人不知道，在佛山，比打遍更难的是吃遍。作为粤味发源地之一，佛山的美食不仅丰富多样，更自带浓浓的地方特色，随便提起一道都自带功夫，特别能打。要不为啥连国人餐桌上常见的鱼都能被爱吃会吃的佛山人开发出意想不到的吃法呢？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全国人都信。从深圳过来的？重庆的。我是温州的。我们是从上海过来的。据说位于佛山顺德的这家店堪称佛山鱼类美食天菜，其做法之精妙，手法之细腻，口感之鲜美，是高手中的高手。前面还有16桌，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等62桌，现在是80，好像还有30。我觉得他们真是都非常火爆的。今天咱们就跟全国各地的吃货一起，余生请多指教。所谓食在广州，味在顺德。有人说佛山很好吃的名声一大半都是顺德区挣回来的，在这里你闭着眼睛随便进入一家店都不会踩雷，但也有例外，吃到这家店你紧闭的眼睛会猛地睁开，嘴里还会发出惊呼，太好吃了，这到底是什么人间美味。就是那个鱼比较新鲜吧，就是不会有那种异味，它的调料很新鲜，然后基本上都还原鱼本来的味道，会比较清淡一点，清口一点，就挺细挺嫩的。鱼身啊，吃到嘴里真的很鲜，那种软软糯糯的那种感觉，然后接下来你会吃到一股清甜的味道。没错，你吃的是11道风味店里的鱼生。鱼生被称为国货刺身，中国人的生鱼片，每个吃过的人都会赞不绝口，但赞美越多，老板越低调。面对铺天而来的盛赞，见惯了大世面的老板林有光十分淡定。去年的时候，突然间就好多人过来，就小红书的、抖音的都过来吃，尝试了，他们就好像拍了再放在网上，就火了。
摊牌了，不装了。一家只想低调本分做鱼生的店，却因为网络人气太高而火得一塌糊涂。圣德是个鱼米之乡，好多养鱼的，就觉得鱼生的话吃上去的话对身体好，而且是很流行，也是很健康的一个吃法。你看我们鱼生那里配菜有十几种。这多元化的鱼生到底是啥滋味？此时此刻嘴巴已经迫不及待，双手也配合到位，抄起筷子迫不及待伸向面前的鱼生。一片片晶莹剔透薄如蝉翼的鱼生，一口下去满嘴鲜味，柔软带着脆爽，嫩到舌尖打滑，仿佛一条活蹦乱跳的鱼直接游进了嘴里，无骨无刺无腥味，裹上色泽鲜艳的佐料，纯享版的清鲜冰凉瞬间在舌尖融化，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配料的清新与酱料的醇厚，酸甜咸鲜交织出层次分明的美味体验，任心中有多少烦闷此刻也都一扫而空，只剩下淡淡的回甘与意犹未尽的满足。这一刻想被流放岭南的心到达了顶峰。我不是老板，来帮老婆忙的。果然爱老婆的老板都自带迷人光环，林老板爱老婆，对鱼和食物他也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会为店内来的每一座客人仔仔细细地讲解鱼生的吃法，按他的说法，这样才算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鱼中贵族。不是说随便在市场买一条鱼做鱼生是不行的，要生吃的一定要质量要把关好。一条精挑细选的优质鲩鱼，在成为鱼生之前都要经过25至30天的吊水，也就是将鲩鱼在纯净的山泉水中辟谷静养，因为它水户水面够大，游的面积游的时间多啊，游的多了那肉才够结实，它会代谢它身体里面的泥味腥味脂肪啊之类的不好的东西。这样不仅能淘汰体质较差的亚健康鱼，还能令剩下的健康鱼成为健身鱼，以保证吐出腥味，也让鱼肉更加紧致。鱼片均匀铺于餐盘之上，佐之十余种精致配料。先放我们这特制的这花生油，锁住鱼片里面的水分，保持嫩滑。就好像这柠檬丝，柠檬叶切出来的丝，它有淡淡的柠檬的香味，有好多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哈。再有这个姜是甜酸姜，腌制过的姜，它没有姜味，但是它有姜的作用哈。这洋葱，洋葱的活性很强的。蒜片，蒜片有消炎杀菌的作用。姜葱蒜放去煮那水产品，它有去那个重金属的作用。这是榨菜，榨菜唯一是调口感的，咬下去有个爽口的口感。这个是甜酸巧头，它是解腻的，陈皮是调味的，有些陈皮的味道，而且它是对喉咙好的，有化痰的作用。这个是富含维生素 A 很丰富的红萝卜。这个是鱼皮，鱼皮是烫过水的，很爽口，可以加在一起捞。再放几颗花生，挑一下，咬下去。边捞边说，捞起捞起，风生水起，在弹脆、爽滑、鲜甜的口感中，充满仪式感的鱼生食用仪式才算完成。每一片鱼生都必须是即点、即杀、即切、即食。从离水到上桌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吃的是食不厌精，更是快不厌细。好的鱼生师傅一拿那条鱼就知道那条鱼的品质去到哪里，能不能够做鱼生。再有切的那个刀工要每一块都要很均衡的很薄，炒鱼是很多小事的，但是切出来又吃不到那小事，一厚的话就有点小事。将一条整鱼片成不超过0.5毫米的薄片，是11道风味鱼生师傅的基本操作。放血、去鳞、开边、起肉、切片，就如同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而这正是对刀工和耐心的双重考验。
我们店里面的鱼生师傅一天一个人最少也有300到500斤的鱼生，宰鱼跟那个切好鱼生做好鱼生出来大概8到10分钟，除开肠肚、鱼轮、鱼鳃，真正切的那8碟肉算起来的话应该1斤左右，他再切鱼腩刺身，再做鱼骨，鱼骨要椒盐啊，很多做法哈，再有鱼红肉粥，这这个流程来去上。尝尽百味，至味是清欢，对健康和养生的追求是广东人与生俱来的基因。虽说经营的是薄薄的一片鱼生，但林老板却将匠心和巧思毫无保留地融入其中，希望唤醒每个客户的健康意识。而顺德鱼生和顺德饮食的最大优势便在于此，既有层次丰富的鲜酸爽辣香，又有意想不到包容性和调和性，因为保留了真，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品鉴滋味，每个人都能吃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感触。带给人家饮食的一个健康的方法，这个是我喜欢的，吃出健康来。来这座城市游玩需要准备什么？当你按国际惯例准备好手机、钱包、导航和攻略，一位高人却摇了摇头，告诉你只需备好512G加大版的胃即可，然后留下食在佛山、吃在顺德的8字真言，飘然而去。前有黄飞鸿的无影脚开路，后有叶问的咏春拳护法，中有底蕴深厚的龙舟醒狮和粤剧辅助。论吃，广东省内他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凭借这股子又能打又很佛的劲儿，他狠狠拿捏着全广东人的胃，这就是传说中的佛山。即便在被川渝力量狠狠统治的火锅界，佛山这家店只要略一出手，就能轻松收获无数狂热的拥趸者。我感觉它健康又美味，值得非常值得推荐。我们是特意从深圳过来的，食材鲜，粥底甜，又能吃又能喝。粥底火锅它不像别的火锅那么油腻，就是你吃的时候就煮进去的食材，你还可以吃到它的本味。今天咱们就去佛山会一会这个火锅界的显眼包。佛山人的血脉中始终流淌着自强不息、乐观务实的基因，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之中，这种基因被注入食物，形成口味，成为闻者向往、吃者满足的佛山滋味。谨记粥底火锅便是在这种传承与创新的氛围中沉淀下来的老店，爷爷传给爸爸，爸爸传给儿子，传到老板李阳锦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爸爸和爷爷其实都会做菜，会做会做会做。那你会吗？我不会。日常不用营销，全靠口碑。虽然佛山大街小巷的粥底火锅数不胜数，但谨记粥底火锅始终是街坊心中的白月光，任谁都无法取代。不加蘸料也会特别香，超喜欢吃的，好吃，绝美，好吃。佛山人对食材的想象力有多发散，看谨记粥底火锅的锅底就知道了。顾名思义，粥底火锅的底料是粥，讲究让食材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本味，清鲜爽嫩滑，虽然清淡，但是又不失就是它食材本味的那个鲜美，每一口都能吃到原汁原味，又有米的很纯正的香。猪蹄火锅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喝粥，胃暖暖的，吃完胃暖暖，健脾养胃吧，比较养生。夏天开胃，冬天养胃，即便是吃火锅，广东人也不会放弃对养生的追求，
以熬制3个小时的香粥为锅底，温润地将食物煮熟，不似川渝火锅的热辣粗狂，洁白顺滑的粥底火锅多了一丝温吞与精细，很好地锁住食材的鲜度和水分，既清淡又有很真实的香味，吃下去胃里非常舒服，就是会越吃越香，越吃越香，永远不会让人腻的那种，味道更细腻，然后更清淡。在佛山，发型可以乱，但粥底火锅涮菜的顺序绝对不能乱，一鲜二荤三素四粥水，先涮海鲜河鲜，将鲜味渗入粥底，接着白肉类和红肉类渐次登场，锅底香味更加醇厚，最后才是广东人必不可少的蔬菜类环节。你最喜欢煮什么食材呢？牛肉是首选，牛肉还有这个刚刚吃的这种毛肚都还不错，最后放一点点枸杞叶，可能就没有那么腻，有清香一些。胸口油，胸口油还有牛肉，海鲜，牛肉啊，下滑，你尝一下知道。学着本地人的吃法，将食材依次下入锅中，直至翻滚的白粥包裹食材煮至恰到好处，迫不及待地捞出送入口中，那滋味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粥底的清甜绵软包裹着鲜美的食材，在舌尖逐渐融合，它不会一上来就霸道地占领味蕾，而是不紧不慢地由浅至深地释放出香味儿，不知不觉间口中已经充斥着淡淡的米香，迫不及待嚼一口，新鲜食材的醇香口感也迅速抵达，与米香相互佐证，又不相互侵犯，非常舒适，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感觉简直跟老广人的性格一模一样，圆融开放惠己达人有分寸。粥底火锅呢，它是吃的是它一个本味，是一个鲜味啊，无他的，就是就求一个鲜字。按国际惯例，在涮菜之前，店员会帮忙盛一碗粥底出来，尝一口，清甜绵软，浓稠雪白，顺滑如汤，浓郁扑鼻，脑子搜肠刮肚的想要赞美，可偏偏嘴巴不争气，只想快快的将这一碗鲜粥喝完。啊，各种海鲜啊，然后菜啊，然后肉啊，都可以加进去。那个粥很鲜美，所有的精华都在粥里了。据说在佛山，每家粥底火锅都有自己精到的处理食材的秘籍，谨记粥底火锅也不例外。当我们询问起制作工艺，老板李杨锦毫不吝啬，一句话就道出了店里的核心机密。只有一个字，新鲜。我们没有太多的技巧，只有一个新鲜。首先，必须选用优质的五常大米，淘洗3遍，以保证米质干净，米汁浓香。其次，一定要用猪头骨慢火熬汤煮粥底，熬出骨头的营养与香味，以达到肉香与米香的珠联璧合。待煮至米花爆开，放上红枣、枸杞等国民滋补好物，这样才能满足一生放荡不羁、爱养生的老广对美食的要求。还有就是，相比其他店只见粥不见米的锅底，谨记的粥底是实实在在的粥，这就使得食材涮煮起更加浓郁醇香。匠人精神嘛，就是一个传承嘛，相当于说对我们这个美食的一个追求。还有吗？当我们问到这里，老板悠悠地告诉我们，剩下的恐怕就是玄学了。虽然是玄学，我们却也从老板与老板他爸的故事中体悟到了那么一丝精妙。好比一个牛肉或者一个猪肉，其实他们老一辈的这种方式呢，其实他要把这个边边裁到最最最好那个部分，最精华那个部分，他才能给客人，对吧？我们当时我想，这不很浪费嘛，对吧？但是呢，他跟我讲的就是，其实这个是，争取回头客的最好的优点。因为后面呢，他给我做了出来，就给他给我尝，我吃了一下，确实，所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理念呢，就是，告诉了我，其实我们做生意呢，或者是我们做餐饮，一定是要以顾客的这种，作为核心，而不是说我们为了赚钱做核心。素本心，传精义，敢为先。不论是食材挑选，还是烹饪方式，
谨记粥底火锅都像叶问的咏春拳一样深不可测，精彩至极。正是这样的执着、热爱、务实、开放，成就了众人心中的美食之都，也成就了守着初心、保持原味、不惜张扬的佛山精神。30年如一天的把这个出品做好，把我们这个服务做好。闻鸡起舞，金鸡报晓，鸡毛蒜皮，鸡犬升天。作为饭圈常青藤，鸡不仅活在中国人的成语中，更活跃在中国人的饭桌上。鸡的吃法五花八门，可到底哪里才是打开味蕾的流量密码？话音刚落，这个地图形状酷似鸡腿的地方挺直腰板站了出来，它就是吃鸡大省广东。说到广东的鸡，谁能不提佛山？作为粤菜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佛山完美继承了传统的粤式烹饪技艺。这次的寻鸡之旅就决定是你了。行路远，寻味深，不弃心，步步停。佛山的鸡种类繁多，做法独特，试过街头的炸鸡、炖鸡，总觉得差点意思。要想寻得一只绝世好鸡，还得靠老饕指引。鸡的做法也有很多，那么在佛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柱侯鸡啦。佛山的柱侯鸡呢，是粤菜里非常吸睛的一道名菜，也是声名远扬。这是佛山人最引以为豪的老味道了。如果说要尝试正宗的柱侯鸡呢，还是推荐一定要去老店里面去品尝一下。还请老饕给小弟指明方向。天海酒家挺正宗的，是100多年的老店了，来尝一尝，肯定不会后悔的。收到，天海酒家安排。一方水土养一方滋味，厚重人文与现代情愫交织而成的佛山，至今还保留着许多老字号美食。他们扛住了时间的淘洗，扛住了舌尖的过滤，成为一代又一代佛山人的共同记忆。而天海酒家的柱侯鸡，便是被时光偏爱保护得很好的佛山老滋味。史书记载，柱侯鸡由著名厨师梁柱侯所创。据传，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梁柱侯为了应对酒楼食材短缺的困境，利用店内仅有的鸡肉、黄豆、盐、糖等食材，创制出了口感浓郁的柱侯酱。而利用柱侯酱，梁柱侯又制作出了口感独特的柱侯鸡，一时风靡全城并传承至今。作为天海酒家的万人迷，柱侯鸡的点单率从来都是遥遥领先。从小吃到大了，我今年78岁了。我第一口吃这个猪油鸡，我脑袋里就蹦出了一句话：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鸡。此外，很多在别处已经很难吃到的传统佛山菜，在这里依然保持着正宗的做法，人气相当火爆。面对这家比自己年龄还要大上许多的店面，老板满眼满嘴都是傲娇。他是一个由清末民初就开始有这个店，到今天已经走过了118年的历史。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做传统的佛山本地的传统菜，所以现在很少年轻人干的，很麻烦，很这个工具很复杂。可是等等，老板说很多人都爱吃，但很少有店家坚持去做，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乍听之下，心中满满的都是不解。可当你真正把一口柱侯鸡送上舌尖，才知道老板引以为傲的鸡没点本事啊，还真做不出来。首先是选材，选什么样的鸡非常有讲究。本地的土鸡，这些啊鸡就没有下过蛋的，一般都是啊3斤左右，入味也更好。先将选好的鸡放入开水定型，做一个水疗SPA，迅速锁住肉质的鲜美，同时把鸡脚、鸡翅、猪肉、洋葱、姜等炒至香气四溢，再将所有炒香的配料和高汤融合，
瞬间散发出诱人的香气。接下来把沐浴好的鸡放入高汤锅中温煮30分钟，并不停地给鸡浇注汤汁，直至表皮均匀上色，汤的香味得以深入骨髓。最后就是这道菜的灵魂，秘制柱侯酱了。柱侯酱可是很讲究的，经过制取、晒制、蒸煮等工艺，才能制成色泽红褐、风味香浓、入口醇厚的调味佳品。大火收汁，淋上柱侯酱，鸡皮的光润仿佛由酱汁凝成，鸡块肉质细腻，用筷尖就可以轻扯成丝，切块装盘，一道香气扑鼻、口感嫩滑、酱香浓郁的柱侯鸡就完成了。哦，可以，口感不错，好美味啊，顶呱呱的，再来一次。佛山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吃柱侯鸡枉做佛山客，日常吃饭来只柱侯鸡佐味，请客聚餐来只柱侯鸡下酒，结婚生日来只柱侯鸡撑面，情侣约会来只柱侯鸡助兴。在佛山就没有柱侯鸡浩荡不住的场子，这么顶的柱侯鸡必须亲自尝尝，闻一闻齿味浓郁，品一品骨软肉滑，舌尖首先触碰到的是微凉的柱侯酱。所谓酱者，百味之将帅，柱侯酱的浓郁滋味在口中猛然化开，犹如威风的将军一声令下，微辣咸香瞬间充斥于口鼻，紧接着热气腾腾的鸡肉也迫不及待地上场，嫩滑微脆的口感挟裹着鲜美滋味与柱侯酱完美会师，丰富的口感霎时滋味溢满口腔，既有黄豆的醇厚、芝麻的油香和糖的甜味，更有鸡肉的鲜，食过翻寻味，大概就是这个味儿。每日里客似云来，赞美不断，这放在哪家店身上不是做梦都能笑醒的程度。但作为背负着百年荣誉、百年辉煌的天海酒家，老板虽有傲娇，却丝毫不敢骄傲。从食材采买到后厨烹制，主打一个明明白白，我的心真真切切有鸡味，怪不得大名鼎鼎的叶问也会来光顾。经营理念我们这个是顾客至上，所以呢，这个老师傅很认真的，一步一步的，不能马虎，一步都不能马虎，肯定要把佛山最好的产品奉献给顾客嘛。食客的赞誉，老板的付出，时光的偏爱，共同组成了柱侯鸡的滋味。在老板口中，我们得知天海酒家的前身叫倚南楼，是民国时期佛山最出名的四大酒楼之一。时光更迭，人事异变，而今天海酒家成为四大名楼中唯一尚存者，并在滚滚红尘中不断吸收、改良、创新，延续着老的情感，释放着新的况味。在七八年就国家分配了来到这里，我是在这里做的厨子、厨工，那么一直到现在了，现在已经差不多50年了。世事苍茫，滋味悠悠，谈及往事，老板感慨颇多。在这个与祖父辈年纪一样大的店里，在时光的冲刷中做坚定的守卫者，若问老板守的到底是什么，或许是曾经的记忆，或许是幸福的滋味，也或许是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某种情感。我们这家老店一定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去把传统菜不管那么多复杂多辛苦，一定要它坚持做好。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美食那么多，我想去尝尝。吃了3年又3年，以为已经吃遍了地球，可抬头才发现竟然还没吃出广州。一点不夸张，在广州好吃的东西比人都多，什么早茶、晚茶、下午茶、午餐、晚餐、宵夜餐，3天3夜、3更半夜完全都不会疲倦。那么问题来了，在美食如云的广州，到底哪样食物才能登顶国民榜，霸占人气单？
让吃过的念念不忘，没吃的狂飙口水。拍个掌掌，哇哦！一句老广谚语，生快叉烧好过生你，将叉烧推向广州食物链的顶端。这是我们这边从小习惯的味道，挺代表广东这边特色，所以我来广东我第一个就是吃我们这边吃不到的东西。听听这赞美之词，有如滔滔珠江水延绵不绝。都说来广州不吃叉烧等于白来，今天咱都不白来啊，都不白来，咱们现在就去品一品这令无数人魂牵梦萦的叉烧，它到底是什么滋味。食在广州，其味无穷。广州广东省会首批沿海开放城市，粤港澳大湾区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中心城市，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富庶开放的底色孕育了丰富的美食种类。广州的美食以精细清淡鲜嫩为特点，走在广州的街头，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香气，老饕们一闻就知道那是叉烧的诱惑。心底的馋虫被彻底勾出，按照街坊们的推荐，脚底生风，不知不觉就来到了问记美食店门口。好家伙，座无虚席，人声鼎沸，食客们红光满面，心满意足，一个又一个真金白银的五星好评源源不断传入耳中。天下无敌第一香，都是真材实料。我是吃过他们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去吃过别人家了，然后我就一直在这里吃，感觉吃起来跟自己就小时候那个味道，跟那个调味跟那个烧的那个软硬的口感是比较贴近的。更有资深吃货将问记美食店奉为更适合广州宝宝的地道味道，要不怎么周星驰在电影《食神》里都说，每一块叉烧的肉汁被封在纤维里面，就如江河汇聚，里面的经络被内功震断，入口极之松化。那这个店开了可能真的有20年了。20多年来，店主将店搬到哪里，老食客们就追着吃到哪里，叉烧版的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就这么水淋淋地在广州上演着。而作为领衔主演，店主欧阿姨被街坊们亲切地称为肥姨，是店里当仁不让的吉祥物和金字招牌。结婚后带小孩嘛，小孩大一点我就出来开张，方圆15公里人都识我的。不得不说，肥姨还是太全面了，只要她往门口一坐，食客们就知道稳阵啦。这就是熟悉的配方，这就是放心的味道。一份滴着琥珀色蜜汁的叉烧饭摆在面前，光是看一眼就食欲大涨，一口下肚，外层略带焦香，内里肥美丰腴，咸中带甜，外焦里嫩，被汤汁封存的两种口感依次在口腔中出逃，油脂的咸香辅以饴糖的甜香，又进一步丰富了叉烧的口感，刹那间氤氲出肥软鲜的丰富滋味，嚼劲也恰到好处，咀嚼之后舌尖又生出一丝丝清甜的果香，像做了一场美味异常的死胖料理。余味袅袅，回味无穷。这一刻，上有叉烧火锅上来吗？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多谢妈咪当年放弃叉烧生着我。那种味道很好的，对啊，不会甜也不会腻啊。但他们家的话就可以做那种肥瘦均衡，懂吧？就你吃起来它就是很香，非常的软糯，就吃不出来是肥肉那种感觉。最特色的地方就是本地人的口味比较多，比较新鲜，好吃，非常好吃。满口肉，大满足。在肥姨眼中，叉烧就像做人，看起来简简单单，做起来却到处都是小心机。
从选肉到切盘，出手即封神。选一块优秀的五花肉是成就一块好叉烧的基本条件。我去市场选好多间噶啦，嗰个卖猪肉嘅同我选翻嚟嘅，一个人冇咁多噶，我话要佢自己选啦，我冇咁啊上等上等嘅猪肉俾佢嘅，我做唔到噶，要佢自己去选啦，我一冇办法咧，又自己去买啦，几辛苦又自己去啦。认真选出来的肉，连清洗的时候都那么小心翼翼、仔仔细细。转眼就来到了腌料调制与腌制五花肉的关键环节，长达两个小时的腌制，仿佛为叉烧注入了某种神秘的超能力，叉烧的卖相变得越来越亮。生抽、糖、盐、八角，由于八角有少少甘草。你扣啲味道，你扣啊均勻，扣啊味道都調啊味道都好啊，有芝麻醬啊，嗰個刺頭醬啊嗰啲料啦。之後在180摄氏度至200摄氏度的高温下進行30分鐘的吊燒，待肉的香味被完全逼出，肥姨又是一招殺手鐏，淋上私藏版蜜汁，接着切肉摆盘。这样一盘油光顺滑的叉烧才算合格毕业。让我看看都是谁迷失在这黯然销魂的滋味中。然后那种酱汁就是让人就吃了那种欲罢不能那一种，就哇真的很喜欢他们家。从选材到腌制再到烧制，数十年如一日，可谓是费心费力，但肥姨却乐在其中，成就感满满。有时候那客人来到，哎，肥姨，你家好像叉烧很好吃啊，我们自己心情很好了，那没快乐了。一种滋味，也是一种情怀。在操劳和忙碌中，肥姨满足着，幸福着。那些用心制作的美食和用心制作美食的人，不该被遗忘，不该被埋没。正是这些历经时光洗涤而历久弥新的老店，这些熟悉的味道和熟悉的笑脸，温暖着一个又一个平凡而普通的日子，让生活有了念想，让未来有了期待。你对得人家好，良心对得人家好，人家一定都回来你那里吃东西。在广州，入夜之后才是生活的真章。街头巷尾带着点招牌式的魔力，烟火升腾。这里的人们不论白天多么劳累奔波，一到晚上就被无形的筷子一把挑起，馋虫顿时被唤醒，忍不住钻进那些挤满吃货的小摊，对夜晚的热情下单。广州的夜生活是很顶的，嘎嘎顶。广州夜色撩人，夜宵诱人。我们吃晚饭20分钟就搞定了，但是吃夜宵的话必须2个小时。越夜越精彩，天上彩云追月，地上广州人追宵夜。多少人纷至沓来，只为这一口满满的货气。到底哪家店才是广州宵夜界的流量担当？到底哪款宵夜才能统一男女老少的味蕾？活跃于夜色中的老饕们面对镜头激情开麦。我们广州人很喜欢吃牛杂，认识广州就要从一包牛杂包开始。因为这里的牛杂比较好吃，我们有时点几钟、点几两点钟都会过来这边吃。大半夜不睡觉也得来吃，这家被誉为天然减速带的店真这么神奇？真的是只要看到就会停下来走进去的存在？走，这波宵夜局我们先吃为敬。在广州，精彩纷呈的宵夜江湖从不缺少传说，各个派系、各种口味都想在广州宵夜争霸赛上留下一席之地。广州好食的嘢，我哋都会捐东捐西去搵嚟食咯。但据说啊，只要永利的招牌亮起，
那就意味着这场宵夜争霸赛的决赛时刻已经来临。任哪路高手来了，都得说一声佩服佩服。哎，来广州里吃宵夜都骑自行车都很堵，我们都愿意来这边试一下这边的口味。这个牛杂很新鲜，味道很入味，很香。文山外酒上来两包牛杂包。作为威震宵夜江湖的高手，永利的掌门人一出场便自带我不做大哥好多年的气质。啊，交个朋友啊。那当然 OK 啦，试问谁不想被大哥罩着呀？笑眯眯扎小辫儿，与食客那也是相当熟人，仿佛下一秒就会抱拳，吃好喝好，承让承让。每一台客人都是说，老板过来陪我喝一杯，有的时候真的醉了。满啊，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也很风趣，跟我们经常都聊天的。啊，很实在啊，他经常会推荐一些新鲜的食材给我们。有什么最经典的呀？啊，是我哋正宗的牛杂煲、牛腩煲。隐居广州夜市，苦练萝卜牛杂煲心法多年。大哥做的牛杂煲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广州全民偶像。不管是商务聚餐还是亲朋小聚，不管是大爷大妈还是男神女神，牛杂煲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应控任何人的味蕾。传统的广式牛杂煲，萝卜牛杂煲，正宗。到底有多顶？不亲自吃上一口，你永远体会不到。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的砂锅，将牛腩、牛肚、牛肠、牛蒡一股脑推到眼前，忙不迭地夹起一大块送进嘴里。经过汤头和香料洗礼的复合口感，立马在口中炸开，软的、脆的、爽的、韧的、滑的、糯的，银瓶炸破，浓郁的香气从舌尖直冲天灵盖。整个过程就如同在聆听一场盛大的交响乐，酣畅淋漓，久久仍在回味，回味。而牛杂的灵魂搭配，则是炖得软糯糯的大块白萝卜。吸饱了牛肉汤汁的萝卜，口感与滋味早已升华，一口下去，尝不到丝毫的生味与辣味。反而是软烂鲜香的滋味侵入五脏六腑，令人忍不住感叹，这竟然是萝卜，竟然有这么好吃的萝卜。我哋广东人食牛杂煲呢，即系个牛杂，第二个咧最讲究就萝卜。闯荡江湖几十年，别看大哥看起来放荡不羁爱自由，可只要一跟漂亮乖巧的女儿坐在一起聊起家常，就秒变慈祥老爹，话里话外都是对孩子的夸赞和对生活的满足。两个小孩很厉害的，不怕辛苦，最主要就是勤力就可以了。女儿对老爸也是毫不掩饰的崇拜。他不觉得累，有这个大排档了以后，大家都可以围坐在一起，有节日在哪里吃饭啊，回来档口吃。从最初蹬三轮车走街串巷的叫卖，再到后来拥有几个档口、几十号员工，生意规模在变，不变的是大哥对烹饪的一丝不苟。烹制萝卜牛杂煲的每一个步骤口诀已然深深印刻在大哥的心底，比九九乘法表还要熟人。大块一点点，口感更好。首先用绝密刀法将白萝卜洗净切滚刀块，接下来将牛杂仔仔细细洗过，再下锅焯水。接着将焯过水的牛膀、牛肺、牛大肠、牛肚、牛小肠等捞出，切成合适的块头。切好之后不要慌，将花椒、大料、香叶、陈皮、桂皮等香料准备好，全部放到里面焖，吃起来的口感比较爽。之后将切好的牛仔下锅煸炒，待炒出香味，再下入锅中和白萝卜一起炖煮，煮啊煮，直到将各种食材的香味煮汁粘稠缠绵，再放上葱段就可以出锅了。那
您给我们的两个蘸料，就是这个是一个你们这儿特色的吃法，还是就是别人家也有？是我哋自己档口研究出嚟嘅，自己煮的辣醬和一個蒜蓉辣醬，兩種食法是很好吃的。就是這麼一鍋香得直衝天靈蓋的蘿蔔牛雜煲，硬控着每一個廣州人的味蕾。生活讓你受的氣，它全幫你補回來。在大哥眼中，只有食材夠優秀、夠新鮮，才能滿足廣州人不鮮不食的要求。從買牛雜、洗牛雜再到煮牛杂，但凡有一步偷工减料，都是对老街坊、老食客的不尊重。我一般每天出去买牛杂、牛腩的时候，要挑新鲜的。从一无所有到事业辉煌，又从辉煌无限回归到当下的平静，数十年起起落落，大哥从没有失去情怀和热望，也从没失去过道义和担当。不要急，慢慢来，心态要放好。主要呢，每天忙忙碌碌啊，开开心心，看到客人吃了呀，很开心就 OK 了，没问题了。一家老店，三五老友，贫中显奇，淡中有味。正如大哥所言，生活呢，最主要就是开心。过去的不用遗憾，未来也不需要顾虑。卯足了劲儿向前冲，去创造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或许就是一锅萝卜牛杂煲带给我们的启示吧。珠江的波光倒映着食材的丰盈，岭南的山川滋养着舌尖的滋味。一段段温暖的回忆，一口口香味的思念，弯曲的美食汇聚了千年的风味与新潮的灵感，承载了厚重的文化与无尽的情怀。他们在炊烟中升腾，在笑脸中延续。一城一味一江湖，下一城我们再会。最辛苦的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一家人回来吃饭就很开心了。